你敢相信吗？开局我竟然拥有欧皇概率百分百系统，只是因为全民穿越开启航海人生。当别人还在苦苦挣扎的时候，我早已经升级木筏，开始自由航行。星期天的早晨，雾茫茫，匆忙的行人都是为钱狂，为了生活在奔忙。作为孤儿长大的我，经过多年的奋斗与坚持不懈的努力，现如今除了没钱还是穷，事实证明努力了不一定有结果，但是不努力就像我一样，肯定是没有结果的。 而此刻突然听到了一个让我改变命运的声音。于是我来到海边，喊出了我的梦想：大游轮。一阵眩晕过后，脑海中忽然响起了一阵提示：欢迎来到全球航海游戏，你们将在一颗全球都是海洋的木筏上求生，尽全力的搜集物资，升级你的载具，它是你们求生唯一的依靠。不管你们遇到了谁，同类、怪物或者异族，请保持警惕，这个世界你能相信的只有你自己。 用意念可以呼唤出你们的游戏界面，里面的功能有助于你们求生，请自行探索。你们有三天的新手保护期，在这三天里召唤出你们的载具，在载具上你不会受到任何伤害。三天后，新的世界即将开启，危险慢慢逼近。三十天之后，你们将面临第一场大天灾。最后，系统将给予你们精神上的鼓励，骚年们加油吧！什么情况？我这是穿越了吗？好人茫然地看着眼前的景象，和脑海中的提示都在告诉他，一切都是真实的。 这是海上求生游戏吗？算了，来都来了，就当旅游了，反正都是一个人。既来之则安之，好人的心理足够强大。现在不是怨天尤人的时候。从刚才的提示音里，好人大致了解了这是一个海上求生的游戏。按照提示，好人集中精神呼唤出了游戏界面，界面上有四个选项：仓库、交易、制造、聊天。而界面的最上方还有一排小字：新手保护期2天23小时59分，第一场天灾海上风暴。 29天23小时59分，倒是跟以前玩过的一些求生小游戏很像。好人点点头，对这个界面并不是特别陌生。心神一动，意念集中在聊天上，分别出现世界聊天和区域聊天，先进世界聊天看看。由于游戏人数众多，为净化聊天环境，系统已经自动屏蔽寻亲、虚假、欺骗等无用讯息。这到底是哪？为什么我拉翔好好的，怎么还一屁股坐进海里面了？ 哦吼，世界末日我来了！这是谁干的？我要报警！我要告他！救命！救命啊！我没有穿衣服呀，也不会游泳呀。楼上不会游泳的，赶紧点开仓库，选择召唤木筏。得救了，谢谢大佬提醒召唤木筏，差点淹死我。世界聊天的对话人数很多，每条消息不停的闪动，每个 ID 都是真人素颜照片和真名。下方的聊天框后面有着每日一条发言和40亿在线人数的提示，看来世界聊天每天都只能发送一条信息。 现在的世界聊天里，大部分都是求救的消息，还有提示召唤木筏载具的消息。好人又点开区域聊天，里面发的消息和世界聊天类似。而下方的聊天框后面只有一个10000在线人数的提示，没有每日发言的提示，那区域聊天每天的发言并没有限制。看来提示说的是真的，其他人类都跟我一样穿越了。关闭聊天，好人又打开了仓库，仓库有30个物品栏，下方是一个加号，显示可以升级仓库的大小。只不过现在的加号是红色，不能点击。物品栏里只有2件东西。 好人仔细打量粗糙的木筏，等级一级，面积5×10米，评价看上去很破，实际上更破。鱼竿不可升级，新手7结束消失功能， 1%掉到东西，1分钟CD评价，虽然没有鱼钩，但是万一有傻鱼愿意上钩呢？打量了一会，好人就赶紧先按照世界聊天里别人的提示，先召唤出木筏载具。虽然会游泳，但一直泡在水里也不是个办法。召唤木筏，好人的手上突然亮起一道绿色光芒。 一艘简陋的木筏突然出现海面上，爬上木筏之后又召唤出鱼竿，同样的光芒闪烁，一根2米长的木质鱼竿出现在手中，钓鱼线则是一条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做的麻绳。我俏里个哇！这鱼竿连个鱼钩都没有，更别提鱼饵了。即使成功钓到鱼，那鱼估计智商多少有点问题，不知道吃了会不会传染。好人继续观察游戏界面，交易这个功能分两种，玩家可以指定一个玩家，两人相互交易物品。还有一种拍卖功能，玩家将所卖物品挂到拍卖上，价高者得。 暂时不收取中介费，只不过现在游戏刚开始，拍卖上还没有任何物品。在制造界面则是这样显示的：木桶、木材剩余零需要4，鱼叉、木材剩余零需要2，铁块剩余零需要2，渔网、植物纤维剩余零需要10。能制造的物品很多，只不过所需要的材料好人一个都没有。摸索了半天，好人也大致的了解了这个游戏界面的所有功能。新手保护期只有3天，按照提示，3天之后可能会有危险。 而第一场天灾海上风暴将会在30天后到来，海上的风暴可不是开玩笑的。更何况现在所有玩家都只能靠一个木筏求生，可眼下根本就顾不上即将到来的危险。琢磨游戏界面这一会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头顶炽热的太阳烤得人口干舌燥。现在所有人都只关心2个问题，一个是淡水，
一个就是食物。先去了解一下情况，看看别人都是怎么说的。你敢相信吗？开局我竟然拥有欧皇概率百分百系统，只是因为全民穿越开启航海成功。当别人还在苦苦挣扎的时候，我早已经升级木筏开始自由航行。随即好人便打开了世界聊天框。我又饿又渴，有人能交易给我点水和食物吗？我用原味的那一盒，你换。楼上滚犊子。大家的仓库里都是木筏和鱼竿吗？呸，木筏就算了，那个鱼竿也能叫鱼竿？连个鱼钩都没有，我刚才就开始钓了，啥都没见着。我倒是见到了一条鱼，它绕着鱼竿转了一圈，淡淡的看了我一眼，然后就走了。我钓到了一只皮鞋。我钓到了一块烂木头。1%钓到东西，原来不一定是鱼啊。现在所有人都正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海上求生，没水没粮怎么办？而晒了半天，好人也是非常燥热，口中发苦，肚子也开始有了一些饥饿感。这样的话三天都撑不过去，就要去见太奶了。不过现在又没有其他办法，游戏世界没鱼钩的鱼竿说不定还真能钓到鱼，现在只能去碰碰鱼竿 1% 触发概率的机会了。好人掏出鱼竿，一下插入水中，检测到使用概率道具是否开启概率百分百，有钱也不能买的欧皇天赋哦。概率百分百，欧皇天赋。好人的耳边忽然响起一道声音，让他忍不住惊呼，来了来了，他终于来了。我就说啊，就隔着颜值怎么也得配个系统吧。是否开启，倒数五秒，没有确认视为放弃。5、4、3，我撬了一个蛙，马上开启。提示音的催促把好人的注意力拉了回来，急忙回答，废话，欧皇天赋这能不要？概率百分百，欧皇天赋开启成功。天赋说明，天赋技能，游戏中宿主在使用具有概率的道具时，成功率都会达到百分百，即刻生效。好人立即将这鱼竿拎起来，让鱼线飘在水面上，准备试试这概率百分百到底是不是真的。没过一会，好人就感觉到鱼竿变沉了，有东西了，一把拎起鱼竿，这才看清了钓上来的东西，一块木头，评价资源。意念一动，木块就消失了。再看看仓库，木材成衣，这倒是很方便，就是不知道每个物品栏能堆叠多少个同样的物品。继续钓，好人坐在了木筏上，将近一分钟，好人才感觉到钓到了东西，一个海螺壳，评价垃圾，一个空的塑料瓶，评价容器，一只梭子蟹，评价资源。终于钓到活的东西了吗？没想到呀，这个概率百分百，欧皇天赋竟然是真的，鱼竿只有1%的概率能钓到东西。虽然东西五花八门，但刚才几次确实都钓到了，概率也的确是100%。没错，我就是天选之子了。虽然梭子蟹可以吃，但好人可没有生吃海鲜的习惯，将刚刚钓的东西全收进仓库，继续钓鱼，看能不能钓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一只臭袜子，一根生锈的铁管，一只八爪鱼，一条昌边鱼，一只大龙虾，一条海带，一只粗壮的象拔蚌，一个木质宝箱。按照提示，这鱼竿只有新手保护期可以使用，一旦新手保护期过了，这个鱼竿就会消失。于是好人便有了打算，有了这百分百的概率，在新手保护期的这三天，我要尽可能的利用鱼竿收集资源了。除了吃喝拉撒，当然睡觉也很重要，别的啥事也不干了，就当一个疯狂的钓鱼佬吧。小半天过去，坐在木筏上的好人感觉到口干舌燥，饥饿难耐，不得不收起了鱼竿，清点起仓库中的物品。木材46，铁块28，容器16，植物纤维30，水产3000克，木质宝箱3。这些东西和垃圾一起才占了7个物品栏，空间还有很多。虽然没有淡水，但是食物倒是不缺了，可是没锅没火，总不能生吃吧。看着水产物品栏里的螃蟹、八爪鱼、龙虾和鱼类，好人发起了愁。再看看其他的吧，这个木质宝箱应该跟其他游戏一样，应该能开出什么好东西吧。好人从仓库中将这三个宝箱取出来，放在木筏上，全部开启，眼前的木质宝箱光芒一闪，宝箱也随之打开。好人向里面看去，一包番茄的种子，哈哈，矿泉水550毫升，3只，一张木筏升级图纸。矿泉水，终于有水了。好人急忙拧开瓶盖，几大口喝下去一半，不能再继续喝了，钓了半天才搞到三瓶水，不能一下喝没了，得省着点。缓解了饥渴后，好人将这三瓶水收进仓库。番茄种子，现在没有土壤，也没地方种植，先放进仓库。木筏升级图纸，功能，提供材料，使你的木筏开放1到10级的权限，使用次数一次，评价前期必得的一个道具。看到介绍，好人立刻点击使用，图纸上一道光芒闪烁，图纸使用完就消失了。好人此时观察脚下的木筏，粗糙的木筏，等级1级，面积5×10米，升级木材剩余46，需要30，植物纤维剩余30，需要15，评价看上去很破，实际上更破。这个1级木筏上不仅空间小，还不能隔绝海水，好人下半身还是湿漉漉的。升级，好人的话音刚落，仓库中的木材和植物纤维就减少了一部分，脚下的木筏光芒一闪，立马发生了变化。粗糙的木筏，等级2级，面积6×12米，升级
木材剩余16，需要30，植物纤维剩余15，需要20，评价，看上去像个正经木筏了。还想要继续升级的好人就发现材料不够了，只能先放下升级的打算。而此刻的游戏界面，新手保护期2天11小时03分钟，第一场天灾海上风暴，29天11小时03分钟。精确到分钟的倒计时让好人眉头一皱。你敢相信吗？开局我竟然拥有欧皇概率100%系统，只是因为全民穿越开潜航很求生。当别人还在苦苦挣扎的时候，我早已经升级木筏开始自由航行。3天后危险来临，30天后有天灾降临，这确实让人忧心忡忡。看来面对海上的风暴，升级载具是唯一的选择。木材和植物纤维看来相当重要。打开世界聊天，有没有人救救我？我感觉季节快要写了，就一口水喝。大家记住，千万不要喝海水。水给点吃喝，等离开这个游戏后，我保证送你1亿。哪位小狗狗送点水给我嘛？想对文家族什么都可以哦。一只奥龙换一升的水，要的点我交易。看到这些聊天信息，好人知道水还是非常紧缺。正常人一天的饮水量是1200毫升，不喝水3天就能渴死。而白天的时候浸泡在海水里，再加上太阳的烘烤，直接导致所有人不喝水，估计2天都撑不了。而此时在线人数从40亿变成了38亿。这才十几个小时就已经洗了2亿人了。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没的。好人有些震惊。不对啊，在木筏上除非可洗恶洗，不会受到其他伤害。现在洗了这么多，排除有人绝望想不开。眼前的大海也绝对不正常，不到万不得已，还是暂时不能离开木筏。打开交易里的拍卖。一排排数不清的商品挂在界面上，十几个小时下来，有不少人都弄到了东西。商品：自编打桩秘籍，卖家阿伟哥，所需物品20升水，备注年轻人要讲武德，海上求生会功夫真的是了不得。我乐得逗，要不要看看你在干什么，倒是真敢卖。商品：木材乘5，卖家张三，所需物品水，备注有多少就给点吧，一口也行。商品：鲍鱼乘3，卖家李四，所需物品铁块乘6。商品：打火机，卖家王二，所需物品一升水，备注别乱私信我，除了水其他我不要。没错，就是他，但是想换一升水那是不可能的。好人点击王二的头像，选择私密。兄弟，200毫升的水换你的打火机行不行？没多久，好人就收到了一条私信。不行，太少了，我这可是打火机，人类没火可活不下去，最少800毫升水。现在这个时候你说是水值钱还是打火机值钱呢？我这只有一瓶550毫升的水，我自己喝了一半，还有300毫升左右，最多给你220毫升。你不要就算了。好人当然不会说出自己的老底，这个时候水源绝对是最大的筹码。过了好久，好人才收到私信。算你狠，一口加250毫升，你同意我们就交易。王二这句话刚说完，一个交易框就出现在好人的界面上，对方的物品栏是一个打火机，正在确认交易。好人掏出喝了一半的矿泉水，又喝下去一口，也放在了交易框上，点击确定交易。交易成功。看着手中突然出现的打火机，好人露出一丝微笑。以前毫不在意唾手可得的东西，现在却弥足珍贵。打开制造界面，之前开完的木质宝箱收进仓库后也变成了木材，一共6个单位。柴火剩余22，需要2木材，评价完全脱水的木材一根可以燃烧4个小时。制造成功，失去4个木材，获得2个柴火。铁盆剩余28，需要2铁块，评价一个又能当脸盆又能当铁锅的容器。制造成功，失去4个铁块，获得2个铁盆。小刀剩余24，需要1铁块，评价一把只有10厘米的小刀，用来修指甲正好。制造成功，失去1个铁块，获得1个小刀。从制造的众多选项里，好人用木材和铁块打造出了5件东西。还不错，两根一起能燃烧8小时的柴火，既能照明取暖，也能加热食物，小刀可以用来处理食物。至于为什么做2个铁盆，好人是这样想的，一个铁盆放在木筏上当火盆用，另一个铁盆可以做一个简易灶台。好人靠近火盆里的柴火，打火机一按，火苗就窜了出来。看来在游戏世界里，这火是一点就着。火势还不小，大海的夜晚和白天不同，海面湿气很重，偶尔吹过的凉风更是让人忍不住的打着哆嗦。好人估计现在的温度应该在10摄氏度以下，他还穿着单衣，好在燃烧的柴火给了他不少的暖意。此前我已经喝了大半瓶矿泉水，已经不是特别渴了，而现在只能做一份海鲜晚餐了。从仓库取出一条鳕鱼，这鳕鱼一到好人手上居然还活蹦乱跳的。不错，这鳕鱼肉质鲜美，营养丰富，看起来仓库的保鲜效果是真的好。先不管那么多了，开工。好人用小刀处理好洗干净，直接放在已经烧得冒烟的铁盆上去，鱼肉和滚烫的铁板接触，发出一阵阵滋啦的声音。不一会鱼肉受热蜷缩，淡黄的油脂慢慢的剥离出来。鳕鱼鱼油很足，简单煎烤下会产生大量的油脂，没有食用油，用动物油脂做饭是常识，这也是好人为什么先吃鳕鱼的原因。而此刻扑鼻的鲜香打开了味蕾，
眼泪不争气的从嘴里流了出来。还没熟，再忍会再忍会。咽了一口口水，将鱼肉拨到铁盆的四周，把分离出来的油脂推到中间，随后又从仓库取出一只巴掌大小的八爪鱼。不管它的反抗，好人一把将它按在了床上。不对，虽然没有其他的调味料，但是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不一会，鱼肉的鲜和八爪鱼的香完美融合。不多久，一道海鲜双拼自助烧烤完成。你敢相信吗？开局我竟然拥有欧皇概率百分百系统，只是因为全民穿越开启航海求生。当别人还在苦苦挣扎的时候，我早已经升级木筏开始自由航行。这味道完全不输于以前吃过的任何一家海鲜自助，简直了。忙碌了一整天的好人卸下疲惫，将已经制作完成的美食放在木筏上，自己也跟着端坐下来，靠在火盆旁边取出一瓶全新的哈哈矿泉水，小心翼翼地抿了一口，享受着篝火晚餐。鱼肉嫩滑无比，轻轻一抿入口即化，一股松软的口感充斥在唇齿之间。再咬一口八爪鱼， Q 弹弹弹弹弹走鱼尾纹，这是大自然最美好的馈赠。要不是还在大海上漂流着，好人都快忘记自己正在海上求生。这么美好的时刻怎么能不跟别人分享呢？好人打开聊天频道的截图功能，将海鲜双拼烧烤、矿泉水还有篝火截图转手发送到世界聊天区域聊天上。凉凉海风、木筏、篝火、晚餐，真是一个普通又平凡的夜晚呢。随着这条信息的发送，世界聊天和区域聊天顿时炸开了锅。大佬，你身上还缺瓜尖吗？求赏口吃喝。我 TM 心太疯了，还能这么吃喝？楼上说的对，我差点喝那个了，这货都居然搞上了烧烤，我还在省吃鱼肉啊，醒起我了。这是求生游戏还是度假美食游戏？这货老凡尔赛了。我的刀呢？我去拿。我也吃了，楼下保持队形。而私信里大多都是威胁、讨要之类的消息。茫茫大海，谁也不欠谁的，都是靠自己活着，海上求生顾好自己是关键。没有理会聊天的爆炸，好人吃饱后又将鱼竿拿了出来，甩进大海。一个塑料袋，一块石头，一颗珍珠。不知多久，眼皮打架的钓鱼老好人终于进入了梦乡。昨日物资获取评估，昨日载具升级评估，物资获得生存点106，升级获得生存点30，生存点总共136，生存点成功激活，开启商城系统。商城等级与载具有关，载具1到9级，商城等级为1级，载具10到19级，商城等级为2级，以此类推，商城目前等级1级。迷迷糊糊中，好人被一阵提示音吵醒。生存点，商城，提示再次响起，呼出游戏界面。倒计时旁边又出现了生存点136。生存点是根据每天获得的生存物资和生存载具提升而评估出来的分数，第二天刷新统计，可以用于在商城内购买商品。看到这里，好人立马懂了，这是昨天用鱼竿钓到的物资还有升级木筏，今天系统就做出了评估，奖励了分数。游戏界面上除了聊天等内容，又出现了一个商城的选项。商城等级1级，商品新手福利大宝箱98生存点，购买次数1次，备注尽快提升你的载具，提高商城等级，可以解锁更多商品哦。现在的商城只有一个商品，好人瞧了瞧，需要98生存点才能购买，竟然要消耗这么多生存点。先看看介绍。新手福利大宝箱 80% 的几率开出十件物资， 19% 的几率开出白色道具， 0.9999 的几率开出蓝色道具， 0.0001 的几率开出紫色道具。评价 98， 你买不了吃亏，你买不了上当，只要98，快乐带回家。这是福利宝箱。好人琢磨一声，他昨天靠着欧皇天赋使用百分百钓到东西的鱼竿钓到深夜，物资加上升级木筏才弄到136点生存点，那别人靠那 1% 的鱼竿生存点估计才是个位子。这个新手福利大宝箱对其他人来说非常昂贵，不知道能开出什么东西，值不值得购买。从目前看来，道具的等级是按照颜色分类的，白色、蓝色、紫色。先去看看聊天频道，打开世界聊天。鬼知道我怎么熬到现在的，我感觉我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太奶，我想您了。这个商城系统是什么鬼？里面的新手福利大宝箱居然要98点生存点，我才8点，猴年马月能买啊。生存点吗？我有15点，你们有多少？我有17点。你们怎么那么多？我才3点，是我运气太差了吗？以我多年游戏玩家的经验，这个宝箱大概率还是能开出 80% 的物资的，其他东西就别想了。反正生存点现在只能在商城用，不买留着传家吗？对对对，尽快凑齐生存点吧。另外我受水，代价可以赐我。也对，生存点目前好像只能在商城使用，不买干嘛呢？好人点点头确认购买。生存点快速变化，只剩38点。看着凭空出现在木筏上的红色宝箱，好人露出一丝期待，打开宝箱。使用概率道具，触发概率100%欧皇天赋。叮的一声，一堆物品出现在木筏上，将木筏压得略微下沉。欧皇天赋连这种宝箱都能影响，简直了。
好人惊喜地喊道。原本以为欧皇天赋只会影响有词条的道具，没想到这种获取类宝箱都能影响。别人开这种宝箱只能得到一种物品，而好人一下子所有种类的物品都爆了出来。有欧皇真是好呀，先看看有什么好东西。王中火腿肠400克乘2，评价资源王中火腿肠一节更比一节强。好人排老坛酸菜牛肉面桶装乘5，评价资源这酸爽才正宗。大梨乘3，评价资源黑苹果。你在干啥呢苹果。防晒霜白色，评价涂抹在身上一定程度上减少太阳对你的伤害。驯兽卷轴蓝色，10%的概率驯服一只动物，评价驯服动物。海水分离器紫色，消耗柴火，燃烧海水你能得到淡水和粗糙的食盐，分别每天2升50克，评价有了海水分离器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喜活了。我的天啊，这一下子可爽翻了。你敢相信吗，开局我竟然拥有欧皇概率100%系统，只是因为全民穿越开启航海求生。当别人还在苦苦挣扎的时候，我早已经升级木筏开始自由航行。看清东西以后，好人嘴都要合不拢了。水果食物和防晒霜先不管，收进仓库。驯兽卷轴10%的概率，也就是100%的概率了。神器，有空找个动物试试。这个海水分离器可是个好东西。打量着眼前这个由多个管子和玻璃器皿组成的装置，构造非常简单，傻瓜操作。制造了一根柴火放了进去点燃，又用空的塑料瓶盛了满满的海水灌了进去。不一会，玻璃缸里的海水就开始沸腾了，淡水和一些粗糙的食盐颗粒分别出现在了两边小一些的玻璃缸里。好人赶紧用空瓶子接过来。蒸馏淡水20毫升，评价口感不咋地的饮用水，粗糙的食盐2克，评价可以满足人体所需，但味道就像夏天的嘎吱窝。短短一会功夫就分离出来了不少淡水和食盐，这让好人很开心。仓库的食物储备很充足，就是淡水很少，现在水的问题解决了，顺带还能解决食盐的问题，完美。不过现在的水还是滚烫的，绝不能浪费柴火，热水就该起到热水的作用。好人掏出一桶好人牌老坛酸菜牛肉面，佐料全放，加了一根火腿肠，将滚烫的热水倒进去。酸菜料包的酸香味令人口舌生津。迷恋的盖上盖子，等待2分55秒，啪的一声后开盖子，这酸爽才正宗。此刻好人打开聊天频道，又发出了一个截图信息。哎，老坛火腿方便面真是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呢。好人大佬又烦耳塞啦。我的刀呢，我去拿。大佬等会你吃完了能不能把这方便面交易给我，我想喝口汤。楼上的汤喝完了别扔，空喝给我舔一舔，我都要馋哭了。两次神仙操作让整个世界的人都认识了好人。在游戏世界这种感觉真不错。好人淡笑一声，食物和水都不缺了，现在就是要抓紧时间升级木筏。上个厕所先，等会接着钓鱼多搞点木材和植物纤维，现在的物资都不够升级木筏了。好人感觉一阵米田供应涌来，这木筏上又没个厕所，只能撅在一旁。就在好人浑身通畅的时候，远处一面三角背鳍正乘风破浪快速逼来。好人悠闲地唱着歌，心中不时感慨着没有特质的烦恼。渐渐的，除了扑通扑通的声音，好人还听见了哗啦啦的水声，而且平静的海面上波纹越来越大。我这响有这么大的动静吗？好人以为是坠落引起海面的反应，于是惊讶的想要回头看看。可就在好人的目光向后看去的时候，隐隐扫到海面上一个三角形的小鳍快速逼来。鲨鱼。就在好人发愣的时候，水下的生物猛地冲出水面。好人隐约看出一张巨大的血盆大口，带着两排猩红狰狞的尖牙，正冲着自己雪白的大脸来。饿得神啊。来不及提裤子，好人连忙向木筏中间扑过去。这一瞬间只感觉时间都变慢了，血盆大口终究是差了一点，险险地躲了过去。好人坐在木筏上回头看去，这是一只刚成年的鲨鱼，看它的体型估计有3米左右的长度。惊魂未定，好人只能来一句卧槽。大白鲨一击未果，下沉近海，离开一段距离后再次冲了过来，看它的模样像是要撞毁木筏还要来。好人下意识地往后退了2米，3秒后大白鲨已经来到眼前。一声巨响，木筏上居然亮起了一道防护罩，大白鲨一下子把自己撞得有些发麻，愣在了海面上，呆呆地看着好人，不明所以。新手保护触发，成功抵御了一次攻击。好人松了一口气，这突然出现的大白鲨差点没把他一口吞下去。好在现在还处于游戏的新手保护期，在木筏上是绝对安全的。我翘了一个袜，你阿的差点让我们两兄弟分家。提上裤子，收起了乱晃的大宝剑，好人指着发猛的大白鲨就是一阵破口大骂。哪个普通人能受得了这样的刺激？大白鲨也反应过来，似乎是知道了木筏的怪异，一头闷进了海水中。但从他露出海面的背鳍就知道他并未死心，一直在附近徘徊。好一会，好人才冷静观察起来。饥饿的大白鲨，评价他是一只喜欢磨牙的小可爱哦。对，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好朋友小白鲨。这可怎么办，好端端的哪来的鲨鱼啊。
看他的样子，似乎是要耗到底啊。看着远处徘徊的大白鲨，好人眉头紧皱。新手保护期一天18小时32分。新手保护期时间不多了，一旦时间到了，这大白鲨还没走可咋办？得想个办法弄死或者赶走他。对了，驯兽卷轴。好人忽然想起新手宝箱开出来的蓝色道具，先来瞧瞧。不是说可以驯服动物吗？驯兽卷轴，10%的概率驯服一只动物。评价：驯服动物。这是什么魔法道具吗？触发欧皇天赋，概率修改为100%。提示：使用本道具时，需要使用者用手将卷轴贴在需要驯服的动物身上3秒钟即可生效。现在未检测到任何动物。好人看向手中的卷轴，傻了眼，用手贴着？有没有搞错？还以为是什么高级的道具呢，让人用手贴着。哪个脑残策划想出来的？问：驯服鲨鱼分几步？一，拿出驯兽卷轴。二，放在鲨鱼身上。三，一个滑铲。算了，还是先放弃这个想法吧。而此刻整个游戏的在线人数已经变成了36亿，死去了4亿人。好人估计，这些人大部分是因为跳下海去捉鱼，想要试试运气，结果下去就直接上不来了。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玩家也遇到了鲨鱼，他们是怎么解决的？你敢相信吗？开局我竟然拥有欧皇概率100%系统，只是因为全民穿越开启航海求生。当别人还在苦苦挣扎的时候，我早已经升级木筏开始自由航行。好人点开制造，想要看看里面有什么可以对付大白鲨的工具。鱼叉不行，扎它一下又没什么用，只会让它更凶猛。渔网不行，植物纤维做成的渔网很容易就被扯断。短刀30厘米长，有可能有用，但是哪个正常人有胆量拿着一把短刀就敢下海捅鲨鱼呢？思来想去，好人觉得现在还是先升级木筏，再看看交易里有没有人卖什么好一些的工具或者武器吧。木材乘15，所需物品100毫升淡水，这个买了。植物纤维乘10，所需物品150毫升水，这个也要买。好人交易了2件物品，升级木筏。木材和植物纤维是重要的物资，木筏升级图纸是从木质宝箱里开出来的，全球几十亿人拥有升级图纸的人数量一定不少。不过好在好人从新手宝箱中开出来一个海水分离器，目前整个世界估计只有他一人没有饮水的困扰。淡水和食物将是我最大的筹码，先去拍卖点东西换点需要的物质回来。商品：淡水一升。卖家：好人。所需物品：木材、植物纤维、武器。备注：具体私聊，不回就是对数量不满意。商品：水产3000克。卖家：好人。所需物品：木材、植物纤维、武器。备注：具体私聊，不回就是对数量不满。两条出售消息刚刚挂上去，好人的私信就闪烁起来。看看私信，好人将一些无用的废话私信直接关闭，挑选了一些有用的观察了起来。好人大佬求翻，我有10单位的木材，不知道能不能换80毫升的淡水。大佬，我有20个植物纤维，我就想换点水喝。你好，我这有把精铁鱼叉，想换你2000克的海鲜。好人摇摇头，这个鱼叉对有100%概率鱼竿的好人来说目前并不需要，而且他要价太多。继续翻看，最后花了2000克食物和550毫升的淡水，好人交易到了不少木材和植物纤维，武器一个也没看上。现在升级木筏需要的物资木材188，植物纤维95，完全达到升级的需求了。那就直接升级。看着脚下木筏的属性，好人轻喝一声，三道光芒闪过，直接将木筏连升了3级。普通的木筏等级5级，面积8×16米，升级木材剩余48，需要70，植物纤维剩余20，需要35。评价：虽然木筏变大了，但它还是一个木筏。现在木筏的面积已经128平米了，整体看上去厚重了很多，这让好人有了不少安全感。即便是新手保护期结束，眼前这条大白鲨想要撞散木筏也不是那么容易。暂时不交易了，资源也不是特别多了。好人试探着走到木筏的边缘，远处的大白鲨只是在那里徘徊，却并没有过来，但是也并没有离开。看来他是打算和我熬鹰了。海水分离器继续工作，好人坐在木筏边上，掏出鱼竿继续钓鱼。只要不将身体伸到木筏外面，这大白鲨也不会冲过来。一边钓鱼一边在聊天频道发送的消息。各位，从大家穿越到现在，我算是发育比较好的了，相信我应该有些发言权。我知道大家非常缺乏食物和水，但是我不得不告诉大家，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离开木筏。大海的危险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世界频道发一遍，区域频道发了10遍。好人这么做也只是作为一个人类给同类一个善意的提醒。我的天哪，那是鲨鱼的鱼翅吗？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你在无中生有，暗度陈仓，凭空想象，凭空捏造，无言无语，无可救药。感谢活人大佬的提醒，我今天还想下海抓抓鱼的，那破鱼竿也太不靠谱了，没想到海里居然还有鲨鱼，我得小心一些了。喂喂喂，你发鲨鱼就发鲨鱼的图片，后面为什么还有一个热狗的图片啊？大鲨鱼，鲨鱼快来啊，我快饿疯了，快来条鲨鱼让我吃吧。楼上是认真的吗？为什么要提醒加引诱？快
我的刀呢？我去拿。看着众人的回复，好人并不在乎。钓鱼无聊的状态下，随意翻动着还没读取的信息。一个名叫周林瑞的女性玩家的一条私信吸引了好人。大家放心，我并不是因为她的素颜头像太美而点进来看的，我看到人家头像你会点进来。好人大佬你好，看到你在拍卖上挂的交易，我这里有个算术武器的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太阳能麻痹电棍，白色，有 5% 的概率触发麻痹状态5秒，评价充电5小时，放电5秒钟，触电的那种感觉已慢慢出现。好人看着介绍突然来了兴趣，在拍卖栏里看了那么多武器道具，全都没有颜色后缀，他这个武器居然是白色级别，这个武器必须拿下，不管概率多低，对我来说都是 100%。 思考了一会，好人回复，这个武器一般吧，太鸡肋了，只有 5% 麻痹效果的概率，你想换什么？虽然鸡肋，但应该有点作用的吧，比如，好吧，我想换三圣水。周林瑞磕磕巴巴，他实在想不出来 5% 概率才出来的麻痹效果能干什么，其实他自己也试过，几次下来什么效果也没有，反而白白耗了几个小时。呵呵，你也知道很鸡肋吧，三圣不可能，我自己都没有三圣，我最多出一圣，至少也是白色武器，1500毫升淡水，再加一个你刚才吃的热狗。看着聊天框里的消息，好人忍不住莞尔，原来是想吃香肠了呀。行，晚上再跟你交易，我现在还在忙。这个太阳能麻痹电棍，好人是肯定要拿下的，只不过要等到晚上海水分离器制造出更多的淡水后才能交易。好的，好的，大佬，谢谢。得到了好人肯定的答复之后，再也没敢打扰。而这边好人又成了一些海水灌入海水分离器，水接着造，鱼接着钓。一颗珊瑚，一只海螺，一只蛤蜊。好人看着远处徘徊的大白鲨，心中慢慢思量着的计划。你敢相信吗？开局我竟然拥有欧皇概率100%系统，只是因为全民穿越开启航海求生。当别人还在苦苦挣扎的时候，我早已经升级木筏开始自由航行。想要杀死这条鲨鱼，以好人目前的状态是不可能的。赶又赶不走，打又打不过，只能想办法收来当小弟，用来拉木筏还不错。只要得到太阳能麻痹电棍，靠着 100% 成功的5秒麻痹效果，再用驯兽卷轴应该是可以的吧。好人咂咂嘴，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因为误差绝对不能超过2秒。还是先拿到电棍再说吧。炽热的太阳持续烘烤，在大海上没有遮挡，水分流失很快。好人突然想起来仓库还有一个夏日户外必备的一个神器，珀莱雅防晒霜，使用乳白色的液体，哪里被晒涂哪里。以前最讨厌用这些瓶瓶罐罐了，没想到涂到身上虽然有些油腻，但是皮肤却有清凉的感觉。好人继续钓鱼，傍晚来临，夕阳将大海和天空连接，整个世界都倒映着浅红色。哎，夕阳无限好，只是有鲨鱼。 100% 的成功率为好人收集了不少物资，全部收进仓库之后，30个的物品栏还剩下3-4个，资源一类的木材、食物等最多只能堆叠到100个，超过了就必须用第二个物品割了。升级的加号竟然无法点击，估计是需要什么特殊物品吧。海水分离器十几个小时下来，淡水有1200毫升，粗糙的食盐有29克，加上仓库里还剩450毫升，淡水足够了，可以交易了。淡水有了，热狗也有了，电棍还在吗？在的在的，我马上跟你交易。一片残破的木筏上，一位虽然外表看着狼狈，但是依然能看出修长身材和姣好武魂的少女正坐在上面。周林瑞似乎是一直在等待，消息回复的速度很快。交易成功，你获得了太阳能麻痹电棍，等级白色。交易成功后，周林瑞又再次发来消息。好人哥哥，真是太感谢你了，这两天我就没吃过什么正经东西，以后还有交易机会的话，请您多照顾我一下哦。没事，各取所需而已。称呼从大佬变成了哥哥，周林瑞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他想拉近自己和好人之间的距离，但是又没有挑开明说。好人倒是没想太多，仔细观察起了手中的武器。麻痹太阳能电棍，等级白色，有 5% 的概率触发麻痹状态5秒，评价充电5小时，放电5秒钟，触电的那种感觉已慢慢出现。提示，当前电量充足，使用时请紧贴目标，水下使用时请保证目标在3米之内，且自身要脱离水下，避免误伤。检测到概率道具，触发欧皇天赋，概率修改为 100%。 水下3米之内吗？这距离有点不太好把控啊。好人慢慢的靠近木筏的边缘，远处的大白鲨也时刻的打量着好人，看到他靠近边缘之后，明显的往木筏游动了一会，也靠近了一点，但是他并没有太过靠近，他在等待时机，犹如草原上的饿狼。还怪聪明的。好人看出来这鲨鱼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做法，忍不住暗骂一声，算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好人一狠心，慢慢蹲下身子，将自己毛茸茸的小腿伸出木筏外面，在海面上滑动着。来呀，小鲨鱼，快来玩呀。好人是真的浪，不过大白鲨果然按捺不住，再次猛地冲了过来，速度飞快，这么快来不及出手。不对，就在刚才，好人是想要在大白鲨扑过来的时候将电棍塞进海里，
可是刚准备动手，就发现一张巨口出现在面前。这大白鲨速度太快，好人只能悻悻地将腿收回。新手保护触发，成功抵御了一次攻击。好人再一次把腿伸出木筏，来，小沙沙，接着奏乐，接着浪。似乎是感受到了好人的挑衅，大白鲨转头再次冲了过来。新手保护触发，成功抵御了一次攻击。咬不着，你咬不着。大白鲨再次离开，好人又将腿伸出木筏，你过来啊！站在木筏上，好人直接把裤腿提到大腿处，晃来晃去。大白鲨似乎已经抓狂，这次居然没有离开，疯狂地撞击着木筏外的白色光幕。好机会，去吧，皮卡丘！好人使劲地按下太阳能麻痹电棍上的按钮，冲过来的大白鲨忽然抽搐，嘴里发出一阵不知名的怪叫，陷入了麻痹状态。随着惯性，大白鲨还是撞在了木筏边上。麻痹状态五秒生效中，就是现在。好人从仓库里取出驯兽卷轴，一把按在他的身上。驯兽卷轴使用中，成功率 10%， 检测到概率道具，修改概率为 100%， 倒计时开始，3、2、1。好人心中万分焦急，麻痹状态持续五秒，刚刚把驯兽卷轴按上去，大概过了两秒左右，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驯服。就在这时，系统传来一道天籁之音，驯服成功，为你的伙伴起个名字吧。听到成功的提示后，好人松了口气，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好人还是先退到了木筏中央。眼前的大白鲨麻痹状态已经解除，此刻他眼中的暴虐早已消失，现在温顺的像只柴犬，血盆大口看上去也不那么狰狞了，反而有种憨憨的感觉。这种状态应该是驯服成功了。宠物大白鲨未取名，说明刚刚成年的大白鲨能听懂主人的话，此时非常饥饿。忠诚度 50%， 一旦忠诚度低于 1% 就会叛逃，说不定还会吃了你。评价，我的主人看起来好好刺。还有忠诚度这个说法吗？摩挲着下巴，好人有些无语，从仓库里取出四五条昌边鱼，接好了，给你。将手中的昌边鱼扔了过去，大白鲨张开大口，一条不漏的全部接住，显得非常灵活。吃完之后，大白鲨依然渴望地看着好人，还有讨要的意思。你的宠物觉得这几条鱼太少了，还不够塞牙缝。奶奶的，四条够我吃一天了。好人忍痛又继续用海鲜投喂这个大胃王，越喂越多，最后喂了大概有十来条，但忠诚度却提高到了 55%。 你敢相信吗？开局我竟然拥有欧皇概率百分百系统，只是因为全民穿越开启航海求生，当别人还在苦苦挣扎的时候，我早已经升级木筏开始自由航行。我也没多少了，等会你自己下海捕食去吧。既然你这么能吃又这么可爱，以后就叫你好胖了。好人点点头，觉得自己是一个取名鬼才。取名成功，大白鲨命名为好胖。不错不错，以后制造的麻绳出来可以让小胖当司机，木筏就不用随风漂流了。好人面露微笑，让小胖过来。来，小乖乖到我身边来。等到小胖游到自己脚下，面露慈祥的好人忽然将手高高扬起，一巴掌扇在了小胖的头上，发出一声闷响。我给你个大嘴巴子。奶奶的，之前咬我差点没把我吓死，我兄弟都差点跟我闹分家了。小胖晕晕的看着好人，不明所以，不过敢给鲨鱼一个大嘴巴的，好人还真是有史以来第一人。小胖忠诚度降低 1%， 目前忠诚度 54%。 不是吧，这样就降低忠诚度了？自己去海里捕食去吧，明天早上回来就行。得到了好人的命令，小胖一头扎进水中，不知道到哪里捕食去了。接下来又到了每天最开心的时候了，从仓库中把简易灶台取了出来。今天的主题，自助海鲜火锅。一顿激烈的操作，三分钟过后好人就结束了。不对，是晚餐结束了。哎呀，今天没发朋友圈，草率了。好人有些懊恼地说道，吃饱喝足，晚上钓鱼钓到深夜。第二天一早，系统提示准时响起。昨日物资获取评估，昨日载具升级评估，物资获得生存点 153， 升级获得生存点 90， 生存点总共 243+38=281。 我的商城现在是一级，买完新手宝箱后，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购买，只能先存着。现在提升商城的等级，还需要升级载具，希望二级的商城会有一些值得期待的东西。好人打开聊天频道，看到世界频道在线人数从36亿变成了34亿，区域频道1万人也变成了8342人。又洗了这么多吗？看起来需要提升一下自己的攻击手段了。等待新手保护期结束，就再也不会有防护罩的保护。俗话说得好，囤粮不囤枪，迟早被抢光。而此刻游戏界面上，新手保护期23小时13分钟，好人先看了看聊天消息，已经有不少人解决了水和食物的问题。新手鱼竿 1% 的概率虽然低，但是两天下来也能钓到不少东西，如果运气好钓到宝箱，还能直接开出淡水和食物，或者升级木筏图纸等等。食物河水源解决以后，大家都知道升级木筏了，而升级木筏又需要大量的木材和植物纤维，仅仅靠鱼竿钓数量还是很少，所以导致现在整个交易市场目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导致木材和植物纤维的价格直线上升，价格简直高到离谱。以前100毫升水能换15单位的木材，
现在一升水才能换到。目前我仓库里还有将近2升的淡水，8000克的食物，鱼竿还有一天就消失了，所以食物不能交易了，水倒是可以交易一些。其实好人是想看看交易里面有没有带白色等级或者以上品质的道具，这些道具有磁条，如果是那种存在概率的磁条，对好人来说就是最完美的道具。可是交易里全都是一些基础道具，根本就看不到有颜色的道具。好人叹了口气，没有继续浏览，而是直接在拍卖上挂上交易。商品淡水一升，卖家好人，所需物品各类道具只要白色品质以上的，备注没有请勿打扰。白色品质的道具大多都是有特殊效果的，得到的人如果不是缺水缺粮的话，暂时也不会交易，所以好人挂上拍卖信息后并没什么人私信他。平淡的一天又开始了，这也是新手保护期最后一天。好人则坐在木筏边上继续钓鱼，这个人看着有点眼熟，发私信消息的人头像是一个中年男子，名叫汤玉成，大概40多的样子，看起来成熟稳重，非常具有亲和力。在穿越之前好像是哪家公司的高管，在好人所处的南京市非常有名，算得上是一个有钱有权的人。好人小哥你好，我是汤玉成，相信你应该听说过我吧，我有些事情想找你聊一聊，收到请务必回复。你好，请问有什么事情？看到你回复真是太好了，之前看到小哥两次世界和区域频道的消息，着实让所我震惊了一下，意外让我发现你和我居然碰巧在一个区域里，所以我才找你的。好人没有回复，之前两次在聊天频道的消息肯定让不少人记住了他，看着汤玉成的消息知道他肯定还有话说。不知道好人小哥有没有发现区域频道有什么特点？特点没注意过，汤先生有话不如直说。来到这个世界两天了，经过两天的研究，我可以确信这次穿越这个区域频道里的人几乎全是南京市的市民，也就是说原来世界一块区域的人穿越到这个世界，在位置上还是同一个区域的人。好人有些惊讶，他还没注意过区域里的其他人，所有人只要发送了消息都能看到头像和真名，但是以前好人也实属宅男一个，也没什么朋友，不认识其他人也算正常，就算是南京人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吗？好人小哥，我的意思是大家都是一个民族，又都是南京市人，面对眼前的困难应该互相帮助互相扶持才能度过难关，我在南京市算是一个名人，以我的名望也能得到大家的信任，所以我特地组织了一个联盟，大家互帮互助，想让所有人都能生存下去，现在特地邀请你加入，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加入联盟？好人有些惊讶，这个时候加入联盟有什么用？大家在这茫茫大海上互相都看不到对方，怎么扶持？你敢相信吗？开局我竟然拥有欧皇概率百分百系统，只是因为全民穿越开启航海求生，当别人还在苦苦挣扎的时候，我早已经升级木筏开始自由航行。看到好人许久没有回复，汤玉成继续私信。加入联盟，在你急需食物和淡水的时候，联盟都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给予你一些物资的，对你来说绝对没有坏处。这倒是一个很不错的条件，看着私信好人暗自思量着汤玉成的意思。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如今所有人都穿越到大海之上，没有法律规则的束缚，即便是有好心人，好人此时也不会轻易相信。加入联盟需要我做什么吗？这么说好人小哥是愿意加入联盟的吗？这样自然最好，我组织联盟的本心是互帮互助，保证我们这个区域的人都能存活下来，避免出现伤亡的情况。现在同意加入联盟的人已经有1000多人了，如果你缺少食物淡水或者求生的工具武器等等，我会集合大家的力量，通过游戏界面的交易给予你一些物资，但是如果你物资丰富的话，就需要你通过交易上交暂时不用的物资，交给联盟统一管理，分配给那些最需要的人，等你需要的时候再还给你。好人小哥，目前看来物资很丰富，上交一部分给联盟，让我去帮助那些更困难的人，不是更好吗？看着聊天框里一大段的话，好人冷笑一声，原来是在这等着我呢。统一管理还不是因为发现我有多余的物资，在生活条件方面非常好，想要打我物资的主意，什么档次，跟我玩套路吗？好人从小便是孤儿，深深明白一个道理，没有突如其来的善意，也没有绝境之下的好人，这个汤玉成绝不是什么简单的人。好人继续回复，抱歉，我的物资并不多，也不需要加入联盟，谢谢你的好意。好人小哥，格局小了，我希望你千万不要多想，物资不是给我个人的，而是为了帮助更多人而上缴的，这样吧，你也不要急着拒绝，多想想什么时候想加入联盟了，我们随时欢迎。汤玉成见好人拒绝也急忙回复，言下也没有将话说死，而是留有余地。好人关闭游戏界面，没有继续回复，将物资上缴，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况且物资获取的数量还直接和第二天系统奖励的生存点有关，将物资交给别人，自己肯定不算得到了生存点。生存点目前的作用是购买商城中的新手宝箱，但以后商城等级更高了，万一还有其他的作用呢？目前好人在物资上并不匮乏，不稀罕加入这个所谓的联盟，而且也没有把自己的身价性命交给别人的习惯，面对未知的危险还是要做好准备，做到有备无患。我现在除了太阳能麻痹电棍，还真没有其他什么特殊的武器，
先制造点武器防身吧。短刀制造成功，失去两个铁块，获得一把短刀。渔网制造成功，失去十个植物纤维，获得一张渔网。短刀可以防身，渔网在新手鱼竿消失后说不定能用得上。何况我还有一只货真价实的猛兽，三米多长的躯体，脸盆大的嘴巴，就足以应对一般的危险了。而此时另一片平静的海面上，一个身穿西装的中年男人站在非常巨大的木筏上，看样子至少有几十平米的大小。这人正是之前私信好人的汤玉成。此时的他面色阴沉，正跟一个人发着私信。失败了，他不同意。哦，是吗？没想到这个小子还挺机灵。先不管他了，反正我们已经拉拢了上千人，我们几个人手上的物资绝对远超其他人的。那我们就再去找找其他人，争取再多弄些物资、食物、淡水、武器、木材和植物纤维，这些是重点。我知道了，你也是。我们优先升级自己的木筏。这两天我经常看到海里面凶猛的生物，现在还在新手保护期，一旦保护期结束，只有等级高的木筏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这个我知道，那联盟那些普通成员呢？那些快饿死渴死的，随便给点打发了。至于木材、植物纤维、铁块和武器，必须囤住，不要流失。那行，我先去忙了，注意安全。时间过得很快，三天的新手保护期还剩下一天不到的时间。一旦新手保护期结束，死亡人数可能会直线上升。好人此时也是简单的吃了一些食物，也没有心思在聊天频道里分享自己的美食。深夜降临，却辗转难眠。新手保护期剩余时间6小时02分钟，还有几个小时，危险就要降临。先看看其他人都是什么动态。打开聊天频道，却发现里面早已经乱成一团了。收木材，收植物纤维，价格公道地来，开心地滚出。明天一早，新手保护期就结束了，海里的危险我们都见识过了，成群结队的鲨鱼数不胜数，现在有防护罩保护，明天可就没了。大家一定要升级自己的木筏。有没有好心人送点木材给我？我的木筏才一级，我现在慌了一批。我到现在连升级木筏图纸还没有获得，我裂开了。大海啊，请保佑我，我愿意遵从你的意愿。我腿被鲨鱼吃了，痛死我了。呸，一切牛鬼蛇神都是纸老虎。几十亿玩家，有人信心十足，有人绝望透顶，有人满不在乎，有人摇尾乞怜，还有人做着最后的疯狂。明天一切将全部揭晓，真是什么人都有呀，千姿百态。但是我绝不能圣母心，虽然我很温柔，后续的规则肯定会发生改变，到时候人才是最可怕的，我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先不管了，还有几个小时，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养足精神来应对明天的变故。说到这里，好人便静静的去休息了，因为从明天开始再想睡个好觉那是不可能。你敢相信吗？开局我竟然拥有欧皇概率百分百系统，只是因为全民穿越开启航海求生，当别人还在苦苦挣扎的时候，我早已经升级木筏开始自由航行。各位玩家请注意，系统温馨提示，新手保护期3分钟。听到提示，好人一下惊醒，还有3分钟新手期结束，鱼竿就会消失。这三天疯狂钓鱼加上交易的物资，得趁现在再统计一下。打开游戏面板，统计一下仓库，之前钓到的不少垃圾好人已经扔掉了，即便如此，他30个物品栏也塞得满满的。木质宝箱也开了吧，这种一般货色的宝箱只能开出比较低级的物品。好人取出6个木质宝箱，全部打开。打火机乘2，牛栏山乘1，视力架乘2，红南京一薄。我干，又是烟又是酒的，我戒烟戒酒好多年了都。对于开出来的东西，好人有些无语，暂时用不上，放到仓库。6个木质宝箱还被分解成了12个木材，现在木材和植物纤维够了，好人打算再次升级木筏，看看能到多少。升级，脚下木筏猛烈地晃动起来，随后光芒闪烁，连升4。精致的木筏，等级9级，面积13×20m。升级，木材剩余31，需要111；植物纤维剩余11，需要50。评价，防水防火防不了强盗。升级之后，仓库空了许多，不过这木筏还差一些才能升级到满级，商城也不能进阶，可惜了，还是差一些，不过也满足了。通过聊天频道，好人知道大部分人的木筏还只是一级二级的状态。全球通告，新手保护期将在3分钟后结束，3分钟后全球航海游戏即将更新，此次更新增加区域地图功能，区域内可以看到所处海面的地形，增加好友功能，区域内互为好友则可以在地图上看到对方的位置，每个区域即将刷新一个宝藏岛，宝藏岛请在地图上查找，岛上请自由探索，且宝藏岛将于15天后沉入海中。同时，所有海洋生物开始变异，包括但不限于体型、大小、能力、智力、攻击性也变得更强。祝存活到现在的各位玩家准备好，正式游戏即将开始。倒计时2分30秒。好人的脑海中提示音频频响起，一条条信息爆炸般的吐露出来。没想到新手期一结束，游戏居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时的聊天频道已经炸了，都是一些惊恐、疯狂、期待的言论，消息滚动的让人根本看不过来。地图功能，宝藏岛，好友功能，变异的海洋生物。经过了解，大体上是这4个内容，
地图和好友功能应该是辅助游戏的工具，海洋生物变异且攻击性增强。好人觉得按照他现在木筏的坚韧程度问题应该也不大。至于宝藏岛吗，听名字就知道是什么了，等游戏更新完成之后肯定要上去看看到底有什么宝藏。宝藏岛15天之后沉入大海，估计是游戏不想有玩家一直待在岛上，从而躲避30天之后的海上风暴。别的不说，岛屿是陆地，上面肯定会存在大量的植物，到时候木材和植物纤维的量必定充足。好人赶紧从制造里用10个植物纤维做出一条又粗又长的麻绳。小胖过来，给你穿件衣服。小胖傻傻憨憨，还以为有什么好吃的，摇头晃脑的就游了过来。等待靠近，把麻绳在小胖的身上绕了几道，感觉跟马绳差不多。以小胖的速度，等会游戏更新完成，宝藏岛刷新出来之后，我绝对能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小胖，等会按我的指示走，听话就奖励给你昌边鱼翅。听到这里，小胖显得非常高兴，充满了干劲。不一会，倒计时的声音继续响起。倒计时：10、9、8、7、6、5、4、3、2、1。游戏更新完成，地图功能、好友功能开启，海洋生物开始变异，区域宝藏岛已经刷新。新手鱼竿突然出现在手中，然后化成一片粉碎，随风飘散。对于这个 100% 触发磁条效果的神器鱼竿就这样消失了，着实有些可惜。来不及心疼，好人听到提示赶紧打开游戏界面，眼前的光幕上就接连跳出来两个方框。汤玉成想要添加你为好友，是否同意？周凌瑞想要添加你为好友，是否同意？这两人手速倒是挺快，好人手指一抬，大声呼喊着小胖。小胖受益，硕大的躯体迅速下潜，尾巴快速摆动，拉动着好人脚下的木筏移动起来。不愧是成年的大白鲨，速度飞快，就算拉着巨大的木筏并不吃力。估摸着有5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按这个速度不出3小时我就能抵达宝藏岛。好人能靠小胖快速过去宝藏岛，别人可就惨了，只能从制造里做出船桨慢慢滑动，要是离得远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到呢。突然一条手臂大小的澳龙跃出海面，在乘风破浪中向好人狠狠下来。我天，什么玩意？好人侧过身，余光扫视，接着瞪大了眼睛，终于看清了这道红褐色的影子。这是一只约有80厘米长的红褐色龙虾，跟澳洲龙虾的外形非常相似，只是眼前的龙虾体型稍大一点，居然还能主动冲出海面跳到高空进行攻击。这新手保护期消失，没有防护罩，这下麻烦了。大龙虾一击之后在空中再无余力落到木筏上，两只虾螯高高竖起，其他虾脚缓缓移动，跟好人形成对峙的局。小东西搞偷袭，不讲武德，还好我有闪。好人心中一阵后怕，抽出短刀，眼神变得认真起来。要是连一只龙虾都打不过，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短刀说明40厘米长的金铁短刀，单面开刃。评价：千万不要调皮舔刀刃，会划破你灵活的小舌头。好人右手握刀，慢慢靠近这只龙虾，突然发力绕到了他的背后，随后便只听到短刀刺入龙虾坚硬外壳的声音。不一会抽出了2下，龙虾就不动。感谢老铁送来的澳洲大龙虾。龙虾我是吃过，不过将近一米的龙虾我是连见都没见过，这估摸着约有20几公斤重，晚上可以加餐了。好人示意小胖继续前进，不过路上难免还会有一些意外，全都被小胖在海中解决，后面则是很顺利的奔向宝藏岛，速度飞快，再有一会就能到达了。虽然好人很顺利，可是其他人可就惨了。此时的聊天频道里一片鬼哭狼嚎。你敢相信吗？开局我竟然拥有欧皇概率100%系统，只是因为全民穿越开启航海求生，当别人还在苦苦挣扎的时候，我早已经升级木筏开始自由航行。打开世界聊天的界面。救命啊，我的木筏被一个鲸鱼撞碎了，我还不会游泳，谁能救救我？还好我木筏升到了3级，我稳了。大家一定要小心，赶紧先升级木筏，海洋生物已经开始变异，都开始主动攻击了，木筏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楼上说的没错，我粗略的研究过，只要不是特别倒霉遇上鲨鱼、鲸鱼等体型巨大的海洋动物，目前2级木筏就能暂时保证我们的安全。所有人尽快前往各自区域内的宝藏岛，海洋生物突然变异的极具攻击性，岛上说不定是安全。再打开区域聊天界面。宝藏岛，听名字就知道遍地都是宝藏了，我来了。哈哈，宝藏岛就刷新在老子的边上，最多半个小时我就能登岛。求各位多多加我为好友，上了岛我们互相也能有个照应。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想发达机会就在眼前。聊天频道内全球玩家又消失了4亿左右。好人驱使着小胖拉动着木筏按照地图的位置前进，3个小时后远远的看到了一片灰蒙蒙的岛屿。小胖再加把劲，我们马上就到了。在海上漂流了3天，再次见到陆地的好人也变得有些激动。一望无际的巨大岛屿差不多有我们中国台湾省那么大，而整个岛屿都被一股灰蒙蒙的雾气包围住，能见度不足10米。这个情况不对，有些诡异，而且打开地图只能看到岛屿的外形，并不能显示地图内的东西。好人来到海洋的沙滩上，仔细打量着眼前的一切，然而并看不到岛里面的情况。
搞不好里面有不知名的怪物。还是先打开聊天频道，看看别人有没有什么发现吧。我已经登上岛了，岛很大，和普通岛屿不一样，就是这岛上有着漫天的迷雾，目前没发现什么宝藏。我也登岛了，马哥屯，这是什么鬼地方？雾蒙蒙的。哈哈，我已经往岛里走了很远了，现在我可以尽情地砍树，15天之后我的木筏绝对能满级了。前面还有一个果子，我去摘了。不对啊，到，这是什么鬼东西？滚开滚开，救命呀。楼上的发生什么事了？楼上的还在吗？你看见什么了？他不会洗了吧？好人看到这里眉头一皱，世界频道的一段消息让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这宝藏岛上有怪物。再看看区域聊天。喂，世界频道大家都看到了，宝藏岛上可能存在杀人的怪物，上岛的人有没有要组队的？加我好友，我们在一个地方聚集后一起上岛，这样更安全些。要的要的，组队算我一个，互加好友。各位，我是汤玉成，加入联盟的各位加我好友，先到我的位置集合，我们一起登岛，没加入的现在加入也还来得及。看到这里好人摇摇头，这个时候最不可信的就是陌生人了，所以好人已经做好了决定，只要胆子大，尼姑放产假，没有高风险哪来的高回报。出发，奥利给！一手拿着短刀，一手拿着太阳能麻痹电棍，好人慢慢向迷雾内走去。离开沙滩之后，周围开始出现很多不知名的树木，就在这里先砍些木材吧，赶紧将木筏升级到10级，解锁2级商城，说不定会开出特殊道具。打开游戏界面，制造了一把斧头，握住手中将近1米2的斧头，就开始埋头苦干。木材乘10，植物纤维乘6，木材乘10，植物纤维乘6。系统声音不断的提示，很快8棵大树都被好人干倒了。此时的木材和植物纤维的数量正好足够。再次打开系统界面，好人没有犹豫，立刻先升级仓库中的木筏。顶级木筏，等级10级，面积15×20米，评价终极形态的木筏，可以通过图纸转化形态。随着木筏升级成功，好人的游戏界面突然跳出来一个提示，恭喜玩家好人，你是全服第一个升级木筏到满级的玩家，奖励随机紫色武器一件，请注意在仓库查收。恭喜玩家木筏升级到满级，2级商城解锁，请自行浏览新解锁的商品。 Bingo， 果然有奖励。打开仓库，好人看见物品栏里正躺着一把紫色品质的弓箭，精铁弓箭紫色，说明用精铁制作而成的优良弓箭，配备箭袋200根精铁箭矢，可回收射程100米，特殊效果，由于箭矢锋利坚硬，在击中敌人时有 2% 的概率对敌人造成流血，效果一分钟内持续造成流血，检测到使用概率道具，触发欧皇天赋，修改概率为 100%。 好人看了一眼精铁弓箭的属性，顿时眉开眼笑，惊喜异常，这件装备居然带有概率词条。对了，商城2级了，看看里面有什么。收起精铁弓箭，赶紧点开商城。商城等级2级，消耗类商品1级，红药水20生存点，说明口服外用均可评价，对一些疾病和外伤有不错的效果。1级强化药剂200生存点，说明 90% 的概率提高身体各项能力，比如力量、速度。评价，喝了它你的能力会变强。长刀白色50生存点，特殊类商品，说明由普通铁块打造的白色品质武器，购买次数一次。评价，至少比制造里的那些垃圾强。帆船升级图纸1000生存点，说明你的木筏达到10级后可以解开11到20级的权限，购买次数一次。评价，少年，你想拥有一艘大船吗？2级的商城果然出现了更多的商品，分为两个种类，一种是消耗品，一种是特殊类。消耗类可以无限制购买多次，而特殊类只能购买一次。这个1级红药水可以治疗的药剂，内伤外伤都有效果。1级强化药剂应该是强化身体。长刀白色算得上是一个不错的武器了。帆船升级图纸只能购买一次，木筏到10级就只有消耗这个图纸，将木筏变成帆船才能继续升级。这四个商品必须都要买下来。回到游戏界面，目前生存点581点，帆船升级图纸暂时买不了，于是好人先购买了一把长刀，一瓶1级强化药剂和2瓶红药水，生存点还剩291点。恭喜玩家商品购买成功。取出仓库中的1级强化药剂，好人将这瓶药剂一口闷了下去。检测到使用概率道具，触发欧皇天赋，修改概率为100%。真是入口柔，一线猴，口感很不错。药效很快发作，一道道光芒从身体内部向四周扩散，10分钟以后才平静。这1级强化药剂的效果这么好吗？好人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身体，有着用不完的力量。此时好人信心满满，站在原地向自己的小弟弟看去，不禁感叹道：这药剂小弟弟肯定喜欢，再也不怕时长不够了。嘿嘿，敢相信吗？开局我竟然拥有欧皇概率100%系统，只是因为全民穿越开启航海求生，当别人还在苦苦挣扎的时候，我早已经升级木筏开始自由航行。随后好人取出刚刚购买的白色品质长刀拿在手上，抬腿向迷雾深处走去，
非常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景象。怎么这么多五颜六色的珊瑚和礁石还有积水？难不成这岛之前在海底吗？好人非常怀疑，这宝藏岛突然刷新出来，搞不好就是海底的一块土地一下被抬到了海面之上。保持着怀疑，好人小心翼翼继续前进。突然前方十几米远处，一道人影站在一颗珊瑚旁，手中正拿着一把匕首，好像在忙碌着。难道有人比我的速度还快，不仅登上了宝藏岛，还能深入这么远？好人有些难以置信，这个人影弯腰忙碌着，外形宽硕，猜测应该是个人。算了，既然是人，不管他为什么能走得这么深，靠过去看看吧，如果可以，说不定还能合作一下。好人往前走去，冲着人影抬手招呼，朋友你好呀。那人影闻声转过身看了过来，看清人影的模样，好人顿时吓得一激灵，这人影哪里是人，只不过外形和人类酷似，同样的手臂，同样的双腿，但是他的头颅居然是一颗硕大的章鱼头，这是什么鬼东西？章鱼哥突然怪叫一声，高举着手中的匕首就快速冲了过来，狠狠地向好人的胸口刺，原地闪身后退。好人猛地举起手中长刀，向着眼前的章鱼头砍了过去，大喝一声，你个麻辣香蕉章鱼小丸子。这章鱼哥也不是个呱呱，看见刀是凶猛，也开始躲闪，两人你来我往，就这样斗了起来，不能跟他慢慢耗了。好人开始以小伤换大伤，打斗分开以后，章鱼哥直接转身就跑。什么情况？这就跑了？我追。好人挥舞着长刀追，章鱼哥在前面跑，他追他跑，他插翅难逃。突然好人停止追击，将金铁弓箭取了出来，将弓弦拉成满月，箭矢化成一道荧光，追向远处的章鱼哥。看你鸡娃的小脑娃娃。迷雾中的章鱼头怪叫一声，检测到使用概率道具，触发欧皇天赋，修改概率为 100%。 金铁弓箭流血效果触发，目标陷入流血状态一分钟。射中了，不错，只要不是太离谱，连准确度都是100%，漂亮。听到游戏的提示，好人就知道应该是射中了。走近以后，好人果然看到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章鱼哥，血液流干，脑袋一歪，已经 GG 了。黑铁宝箱说明 90% 的概率开出物资， 10% 的概率开出白色品质道具。评价，这是一个比木质宝箱高级一些的宝箱。温馨提示，任何品质的宝箱都无法上架拍卖，也无法通过线上交易。爆东西了，好人此刻才恍然大悟，原来更高品质的宝箱不是没有，而是需要打怪才能爆出来，得到的宝箱不能线上交易，也就是说可以线下手动帮别人拿捏宝箱了。好人此刻并没有着急打开黑铁宝箱，看了一眼受伤的手臂，从仓库中取出一瓶一级红药水。好人想要试试这种治疗药水的效果，这个怕不是有点痛哦？好人倒吸一口凉气，红药水一倒上去，就感觉身体如同滚烫的岩浆，灼烧的刺痛感不断传来，随即伤口便消失了。这一级红药水效果挺不错，一些外伤基本上能够迅速搞定，保证能不影响战斗力，就是不知道这药水的上限能有多高。随后好人这才打量起黑铁宝箱，苍蝇再小也是肉，先开了再说。检测到使用概率道具，触发欧皇天赋，修改概率为 100%， 开启成功。章鱼丸子乘二，评价，章鱼小丸，看见就馋。波霸奶茶乘一，评价，这波霸很大。鱼人图鉴白色，说明此物阅读之后可获得此技能，下次再看向鱼人目标能够显示鱼人的能力。评价，鱼人里说不定有美人鱼哦。你是喜欢上面是鱼下面是人的鱼人，还是上面是人下面是鱼的鱼人，亦或者左鱼右人，左人右鱼呢？宝箱的三样东西有两样是食物和水，最后一样东西却是有些特别。这个鱼人图鉴是一个透明的卡片，读取之后再次看向鱼人，脑海中顿时给出了信息。低级章鱼人，能力，速度灵活，身体柔软，擅长近距离攻击，弱点，攻击力较弱，防御力很差，脆皮。看来这章鱼头怪物应该是鱼人的一种，看他的信息，岛上可能还有更多其他种类的鱼人，而且可能还存在不同的等级。好人暗自思量，鱼人的智商很高，知道进攻和逃跑，和人类差别不大，而且攻击力和攻击性很强，要不是好人喝过一级强化药剂得到了金铁弓箭，估计根本不是对手，更别提杀死他了。以目前人类的能力，想要杀死这种低级的普通鱼人，可能需要几个人或者十几个人联手，中级或者高级鱼人他们的能力应该更强，若是一个人盲目深入宝藏岛，那就是半夜点灯上厕所了。好人暗叹，这宝藏岛果然不是像名字一样人畜无害，岛上的鱼人绝对是非常危险的。不过杀死鱼人就能获得宝箱，这倒是非常不错的。低级鱼人是黑铁宝箱，那中级和高级呢？想到这里，好人又笑了起来，宝藏岛最大的宝藏说不定就是这些鱼人呢，希望能出现其他模样的鱼人，最好上面是人下面是鱼，千万不要像章鱼头这种鱼人，简直了。好人此刻眼里充满了期待，但绝对不是眼馋，上面是人下面是鱼的丰满美人鱼哦。为了安全起见，下次再遇到生物还是得先确认好，直接在远处射它就行了。好人拿起弓箭，没有继续深入，而是选择绕着宝藏岛的中心有规则的绕着前进，这样就暂时不会遇到实力更强的鱼人，能慢慢的发育一波。我要不要把这个信息公布出去呢？不过这样对我并没有好处呀。算了，作为一个人类，
还是将信息分享出去吧。谁叫我是一个好人呢？好人心中有些纠结的思来想去，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还是打开了聊天频道。各位，我是好人。相信大家对刚刚出现的宝藏岛充满了好奇，但是大家应该也知道了，宝藏岛上存在着不知名的怪物，非常危险。而我就在刚才已经成功杀死了一名怪物，下面我会把怪物的信息分享给大家。这是我杀死的怪物，是一种有着章鱼特征的章鱼人，身体和人类非常相似，战斗能力很强。他遇到人类后会直接攻击，攻击性也非常强，智慧也不比人类差，请各位务必小心，岛上还有可能存在其他种类的鱼人，具体还需要查看。另外提示各位，杀死这种怪物会掉落更高品质的宝箱，对比我们在海里掉出来的木质宝箱，开出来的物品会好很多。最后警告大家一下，必须组成十人左右的小队才能杀死一般的怪物，如果是一个人务必不要深入，除非激活二级商城购买的身体强化药剂，服用过之后单人才有一战之力。好人在世界聊天和区域聊天分别发送了一盒十次，将鱼人信息分享出去以后，聊天频道内再次引起了一波聊天狂潮。你敢相信吗？开局我竟然拥有欧皇概率百分百系统，只是因为全民穿越开启航海狂奔，当别人还在苦苦挣扎的时候，我早已经升级木筏开始自由航行。好人大佬已经深入了吗？太厉害，太牛了。话说好人大佬是一个人还是组队了？如果是一个人也太强了。是啊，感谢好人大佬的分享，这简直是全人类的福音啊。刚刚我还想深入试试呢，现在可不能贸然进去，还是再等等进入吧。我也不进去了，还是等待大佬带带我吧。那我不进去了，我都在外面看书升级魔法算了。不管是世界聊天还是区域聊天，大多还是感谢好人的话。可就在这时，世界聊天和区域聊天内出现了一个消息，让好人眉头一皱。大家千万不要相信那个好人的言论，简直是危言耸听。我已经深入宝藏岛很远了，一只怪物也没有遇到，说明这怪物数量也并不多，也许宝藏岛可能存在危险。但是求生游戏没有危险，怎么才能获得收益？只有深入宝藏岛，收集各种物资，不断升级载具，大家才能有一定的自保能力。想等喜的就待在外围看数，不过想要加入求生联盟的尽快加我为好友，联盟会尽力帮助你们生存下去。这条消息的主人好人认识，正是之前笼络好人加入联盟的汤玉长。此时他居然在聊天频道内公然发出一条反驳好人的言论，而他这条言论一发，也有不少的消息紧跟其后。没错，好人一定是害怕别人也深入宝藏岛后得到更多的武器，影响更高级武器的价格。那好人肯定没安什么好心，表面上说什么有凶猛的鱼人怪物让我们小心行事，其实为的就是把我们吓住，让我们自己不敢进去。这个好人太恶毒了。真的吗？我感觉好人大佬不像是这种人啊。我也这么觉得啊，好人大佬没必要这么做吧。楼上别傻了，一定是怪物稀少，而且实力一般，他能轻松杀死，怕我们跟他抢宝藏岛的物资，所以才会发那些危言耸听的言论的，大家千万别信。看到这里，好人并没有去反驳，因为该做的都做了。这个汤玉成之前想要拉拢我加入联盟，拉拢不成的时候态度也算友好，现在又发表这种言论公然诋毁我，这个人的人品肯定有些问题。不是说组建联盟是要帮助别人生存吗？现在的做法完全是事与愿违啊。没有再理会好人，继续出发探索。而在宝藏岛上的另一处，四个人分别是两男两女，两名男人一名年纪较大，四五十岁，面容成熟老练，另一名男子二十多岁的年纪，身材肥胖，眉宇间颇有几分厉色，看起来非常嚣张。两名女人也坐在一旁，其中一名三十多岁，容貌美艳，整个人是一副御姐形象，而另一名则是二十岁左右的年纪。几人中间的地上还有一个战利品，看模样居然也是一名鱼人。爸，你说我们反驳好人的话有啥用？那个好人好像并没有继续发消息。你不懂，我这么做可有大作用的。我发这些消息目的就是要我们这个区域内的人大量的往宝藏岛里探索。没错，这两人是父子，面容成熟的男人就是汤玉成。让他们往里探索？那么多人探索，鱼人没了，我们到哪去弄宝箱啊？蠢货，鱼人这么厉害，怎么可能轻易杀掉？我们如果不是升级了木筏，在解锁的二级商城里买了强化药剂，让我们都变成了一级强化者，才能勉强杀了这种鱼人吗？还是老爸厉害，即使在末世也能像以前开公司一样忽悠那些普通人为你打工，把物资全都交到我们手里，让我们优先储存足够的生存点。我让其他人都往里探索，就是让他们明白一个人是不行的，这样才会寻找组织，我们的联盟才能更容易的吸收进新人。谁想到这个好人居然把宝藏岛的危险都说了出来，现在只能跟他对着干了。本来还想把他收进联盟的，现在这么一搞，拉拢他应该是不行了。爸，你也不用可惜，那个好人物资很丰富，既然拉拢不了，那就到时候把他所有的物资全部拿过来。这是以后再说，好人很谨慎，我申请加他好友他并不同意，我们也不能知道他的位置，这个人以后再说吧，现在当务之急是多弄些黑铁宝箱。父子的对话刚刚要结束，一边坐着的御姐形象的女人走到汤玉成的边上。哎呦，你们就别说这些糟心事了，现在不是杀了一个鱼人怪物吗？要不要庆祝下吃些东西啊？那当然了，不过吃东西之前我们先去办点事情。汤玉成意味深长地笑了一声，
随后带着女人转身往身后的珊瑚丛里走去。走之前还嘱咐儿子和另一个女人：你们赶紧生火做点饭，我们也饿了好一会了，补充一些体力后再继续深入宝藏岛。不一会，密集的珊瑚丛里就传来一阵异样声音，另一名少女秀眉微皱，似乎也明白了什么。而胖子从仓库里取出不少淡水和食物，还有一些容器，对着少女吩咐：周凌瑞，你快把这些食物做好，我们一会又吃。胖子说完也慢慢地往珊瑚丛里走去。看这个情况，周凌瑞担心不已，早晚我得凝结不饱，现在我仓库没有一点食物，离开他们也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陷入两难境地的周凌瑞忽然想起来了好人，急忙打开地图功能，忽然眼前一亮，两人的距离只有20公里。周凌瑞又看了看一边的珊瑚丛，那三人此刻还在忘我的干，要不要逃跑然后去找好人大佬？距离很近，只有20公里，应该不会遇到危险吧。可是即使找到了，他一定会收留我吗？我有汤玉成想要杀他的情报，也许这个消息能让他愿意收留我。随后周凌瑞将眼前的铁盆食物全部收进仓库，凭借着地图上的位置快速向好人的位置跑去，一边跑一边还不忘删除汤玉成等人的好友，以免被他们知道自己的位置。没过一会，汤玉成三人从珊瑚丛里走了出来，他们看了看刚才的空地，周凌瑞已经不见了踪影。周凌瑞呢？汤玉成看向儿子温怒道。汤小思也急忙走了过去，我刚刚给他的食物和淡水也没了。而此时白灵顿时一阵讥笑，我就说那个小娘们装纯吧，刚刚让你们公虽了他，你们还不听，非要慢慢来，这下好了，东西都让他卷跑了。看看地图里他的位置。没有理会白灵，汤玉成冲着汤小思说道，他应该把我们都删了。此时的三人一脸愤怒，人跑了，饭也没吃上，还得自己做。敢相信吗？全民穿越开启航海求生，我却拥有概率百分百系统。另一边好人正小心地探索着区域，突然听见女人说话的声音，有三个鱼人，这还真是，要么见不着，要么见一堆啊。慢慢靠近到合适的位置，好人停了下来，发动技能向鱼人看去。低级海蛇鱼人，能力身体柔软无骨，移动速度很快，能够喷射剧毒，弱点脆皮。低级鲨鱼人，能力强大的咬合力，擅长近身战斗，弱点速度很慢，智商偏低。中级龙虾人，能力进化的四肢非常坚硬且锋利，弱点速度很慢，躯体防御力一般。乖乖龙地洞，还有一个中级鱼人。好人看到了鱼人图鉴上的信息，脸上惊讶之色浮现，经过一番思索，计划随即定下。海蛇鱼人的速度快，得优先解决，其他两个鱼人的速度慢，有充足的时间换件，慢慢磨洗他们。说干就干，瞄准海蛇鱼人，拉弓射箭，一气呵成，随后迅速蹲下，让礁石遮挡身体，避免被鱼人发现。检测到使用概率道具，触发欧皇天赋，修改概率为 100%， 经铁弓箭流血效果触发，目标陷入流血状态1分钟。海蛇鱼人自己则是惨叫一声之后倒在地上，伤口却一直在流血，没过多久便失去了气息。一边的鲨鱼人瞧见同类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洗了，顿时失去理智，到处乱跑，想要找到好人的位置。好机会！好人对准鲨鱼人射出箭矢，破空而出，正中脑袋红心。不错，现在的箭术是没得说了，纯纯的百发百中，除非对方有特殊技能，那就另当别论了。而此刻龙虾人却发现了好人的位置，没有犹豫，好人见此时得空，再次抽出一根箭矢射向龙虾人。钉铁箭矢射在巨大的虾壳上，一声金属撞击的声音之后就无力地跌落在地上。什么玩意，这可怎么这么硬？好人瞪着双眼，惊讶的同时好像又有些羡慕，我啥时候能有这么硬就好了。一击过后，龙虾人快速近身，整个身体蹦了起来，居然要跳到好人的头上。卧槽，你居然还带跳的。看着天上的龙虾人，好人顿时目瞪口呆，于是便出现了一个人在前面跑，一个怪物在后面追的场景，每次攻击都让好人受伤。不行，照这么跑法他迟早要捡到我，现在真是失算了，打又打不动，跑也跑不了。就在好人疲于奔命的时候，忽然看到一小滩积水就在前方，一个闪身来到水滩后面，面向龙虾人做出攻击动作。龙虾人看着好人停下便怪叫一声冲了过去，好人瞅准时机，急忙从仓库中取出太阳能麻痹电棍，将其插进水中。检测到使用概率道具，触发欧皇天赋，修改概率为 100%， 麻痹状态5秒。两声提示随即响起，龙虾人便失去了知觉。老实说，水是良好的导体，是能导电的。果然成不欺我。来到龙虾鱼人身边，另一种颜色的宝箱静静地躺着那。青铜宝箱，说明 90% 的概率开出大量物资， 10% 的概率开出蓝色品质道具。评价，青铜宝箱才真正算得上宝箱。蓝色道具，没想到终极鱼人的掉落也会高一个等级，全是青铜宝箱。好人兴奋地把青铜宝箱收进仓库，并没有急着打开，而是快速返回找到那两个低级鱼人，收获了两个黑铁箱。果然杀怪的风险虽然很高，但是收获也是非常丰富。这次闹出的动静不小，为了保险起见也快点离开。20分钟以后，好人便找了一块空地坐下来休息，随后取出3个宝箱
好人优先开启了两个黑铁宝箱。检测到使用概率道具，触发欧皇天赋，修改概率为 100%， 可口可乐乘2，评价，你还记得肥宅快乐水的味道吗？优质大米5000克，评价，感谢伟大的袁先生，粗糙的充气娃娃，白色，评价，不要误会，海洋求生，这也算一种求生工具，鱼人胶囊，白色，评价，服用之后，能够精通鱼人的语言。两种物资都是好东西，我能理解，这个充气娃娃是什么鬼啊？为什么宝箱能开出这种东西？好人满脸的不解之意，不过还是将它收进了仓库。我好人游泳小能手，会需要这种东西吗？不过还是留着吧，以备不时之需。好人一脸不屑的将它收进仓库。至于这个鱼人胶囊，可是直接吃了下去，毕竟能多学一门语言，这种好事又有谁能拒绝？随即好人便看向这个青铜宝箱，立即开启。检测到使用概率道具，触发欧皇天赋，修改概率为 100%。 新鲜屠宰的大肥猪250公斤，评价，有骨头、猪肉、内脏、下水，不知道你会不会做全猪宴呢。召唤卡牌蓝色，说明鱼人一族掉落的卡牌，使用后能随机召唤一名绝对忠诚不限种类的低级鱼人战士为你战斗，有 1% 的概率触发进阶。更改为召唤终极鱼人战士，使用次数一次，评价，一个鱼人战士。你喜欢这个鱼人的哪一部分呢？有系统在，这不是妥妥的能召唤出一个终极鱼人战士？看起来我以后要低调的横着走路了。好人兴奋而颤抖的使用了这个道具，手中的蓝色卡牌顿时光芒大作，逐渐汇聚成一团，从好人手上飞出，落到地面上。检测到使用概率道具，触发欧皇天赋，修改概率为 100%。 随后一个淡淡的人影出现在光团之中，慢慢的好人看清了里面的人影模样。美人鱼，这真是美人鱼。眼前的人影下半身是蓝色的鱼尾，上半身则是女性人类的样子，深棕色的头发一直披散到她的胸口，妖艳的外貌一看就让人忍不住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更是让人忍不住想要一清方楚。关键的是她上半身居然……这个你懂的。尊敬的主人，终极鱼人战士吉娜宣誓永远为您效忠。说完，这个名叫吉娜的美人鱼向着好人深深的鞠了一躬。不行了，这太刺激了，不行，我要淡定。母胎单身24年的好人见到如此美景还真是头一回，只能故作镇定地说道，你叫吉娜是吗？不必多礼。好人露出正义的微笑，赶紧伸手去搀扶鞠躬的鱼人，那神情绝对的义正言辞，绝对的庄严肃穆。你敢相信吗？全民穿越开启航海求生，我却拥有概率100%系统。就在这救赎的双手刚刚搭在吉娜手臂的时候，一股强烈的电流将好人击倒。主人，你没事吧？而此刻的好人正在兴奋地颤抖，这酸爽让他一时反应不过来。尊敬的主人，我是终极电鳗鱼人，特殊能力就是电击，虽然平时没有释放电击能力，但是我的皮肤也不能触碰，否则会被强力电流击伤的。啥？电鳗不能碰？满腔的惊喜突然消失，一股沉重的失落感布满好人的心头。是的主人，虽然我不介意，但是为了您的安全，请您务必不要触碰我。好人沉默，难过的表情不言而喻。看得见摸不着，你说难受不难受？随后好人便发动技能看向吉娜。终极电鳗鱼人，姓名吉娜，所属好人，忠诚度 100%， 能力身体能释放强大电流，不管是远程还是近战，攻击能力都非常强悍。弱点，陆地移动速度缓慢，且躯体较为孱弱。评价，看得见吃不着，急死你。吉娜，施展一下你的能力给我看看，就攻击前面那棵树吧。好的主人。手臂前伸，一道道电弧慢慢汇集到手中，猛地一挥，化作一道闪电，将远处高达10多米的树木瞬间摧毁。这次可算是捡到宝了。好了吉娜，回来休息吧。好的主人。吉娜，你是鱼人，对宝藏岛上的其他鱼人了解吗？好人将目光上移，保持目视着吉娜的眼睛，努力不往下看。而吉娜则是挺了挺胸口，想要回答好人的问话，就差点引爆好人的鼻腔。主人，吉娜虽然是鱼人，但是和这个岛上的鱼人没有任何关系，自然也不会有任何了解。我是主人通过卡牌创造出来的，没有任何召唤出来之前的记忆的。没有记忆啊？还想了解一下岛屿内部的情况吗？虽然没有记忆，但是鱼人的基本能力并不缺少，包括鱼人语言、天赋能力和战斗技巧。主人，你可以将吉娜当作一个没有感情、有高智慧的武器。听完吉娜的解释，好人才明白，吉娜完全可以当作是一个魔法创造出来的智能工具人，不会和任何人产生因果联系。越高级的鱼人越接近人类的形态，不知道吉娜升级成高级鱼人，会不会身体和人类一样？如果能，会需要什么方式呢？吉娜，你现在是终极鱼人，可以升级成高级鱼人吗？主人，鱼人的等级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具体怎么升级，目前吉娜也不知道。好吧，等于没说，不过知道能升级，以后找到方法再说吧。看着吉娜的身子，好人又有些为难，不能让吉娜一直这个模样吧。于是好人便从系统交易购买了一件他觉得比较好的衣服给吉娜穿上，要不然迟早要爆款。这样看起来好多了，上半身跟人类没有什么区别了。
真是一个漂亮的大大姑娘了。折腾了一天，好人让吉娜在周围站岗，而他则在地上清点物资，拿出装备开始生产资源，用猪肉制作晚餐。不一会，五花肉扑鼻而陌生的香气吸引了吉娜的注意，忍不住回头看了看好人面前的铁锅。主人搞的是什么食物？为什么香味这么浓烈？我好想吃一口尝尝啊！片刻之后，他听到了期待的声音：“吉娜，过来尝尝看我的手艺。”遵命，主人。吉娜在听到好人的呼唤后，急速游动过来，玉指轻挑，将一块食物放进口中，瞬间惊呆了。主人，这也太好吃了吧！对一个人厨艺最好的评价，就是吃得停不下来。就在两人品尝烤肉的时候，树林深处忽然一声惊叫：“救命啊！”吉娜听到异常的声音，立刻进入警备状态，浑身上下开始涌现出蓝色的电光，做出随时攻击的准备。看见没？这个就叫专业。吉娜，跟着我。很快，好人和吉娜就赶到了声源附近。映入眼帘的是一位正在狼狈逃窜的少女，好人认识她，正是之前加过好友的周林瑞。周林瑞看见好人，慌张的神色终于燃起一丝希望，开口呼喊：“好人大佬，救命啊！后面有怪物追我。”吉娜，活捉那个鱼人，不要伤害到人类少女。随着吉娜一挥手，电弧脱手而出，直奔她身后追过来的低级鱼人，瞬间就被电晕了过去。主人，这个低级鱼人已经被我电晕了，过段时间应该能醒过来。好人露出一丝微笑，吉娜的能力也太牛批了，十多米开外远程电流攻击，低级鱼人来多少有多少，根本不带怕的。你是周凌睿没事吧？而此时的周凌睿早已经呆了，心中更是万马奔腾。为什么好人大佬的旁边也有一个鱼人怪物？为什么这个鱼人怪物会攻击追我的鱼人？为什么这个鱼人怪物长得这么漂亮？为什么这个漂亮的鱼人看起来很听好人大佬的话？为什么他们两个说的话我听不懂？看着周凌睿还在发呆，身上没有什么伤口，好人猜测他应该没什么事，便冲着吉娜说道：“吉娜，把那个晕过去的人鱼拖到我们刚才的营地，我们继续回去休息，我还没吃饱呢。”“好的，主人。”等吉娜回来，好人转头就走，没有再管周凌睿的意思。好人大佬，等等我。你还跟过来干什么？追你的鱼人被我解决了，你已经没危险。宝藏岛越靠近中心越危险，你打开地图看清方向，往外围走就行了，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周凌睿欲言又止，他想要跟着好人，可是又说不出口，只能默默地跟在身后，心道：看见美女有难也不主动开口说照顾的，之前私信那么多次一次也没回，害得我差点被鱼人怪物给害了。我现在又饿又渴，这人是钢铁直男吧？看着一直跟在身后的周凌睿，好人心想：算了，之前也幸亏跟周凌睿交易了太阳能麻痹电棍，两次化险为夷，就他一命再给点吃喝就当是报答了。行吧，等会先过来吃点东西，休息一会再说吧。听到这话，周凌睿瞬间满脸开颜。不一会，好人带着周凌睿回到刚刚的落脚点，灶台还在继续烤肉。看着灶台上满满的烤肉和一旁的可口可乐，周凌睿眼睛瞪得恐怖：你家啥条件啊？有矿啊？你敢相信吗？全民穿越开启航海求生，我却拥有概率百分百系统。来到营地以后，三人开始风云残卷。再看周凌睿的表情，这肉里有盐，太好吃了，真是太好吃了。十几分钟以后，大餐完毕，吉娜去周围进行警戒，好人便直接坐在那里闭目养神。犹豫良久之后，周凌睿突然开口说道：好人大佬，谢谢你的晚餐，以后我能跟着你吗？算了吧，我还打算深入宝藏岛，你还是找别人吧。别呀，好人大佬，我告诉你一个生死攸关的重大消息，用这个消息换你心甘情愿的收留我，你有兴趣吗？没有兴趣，说实话带上你是个累赘。不管好人说的话，周凌睿直接开口说道：在我们区域内，以汤玉成为首组织的联盟根本就是骗取我们物资的假联盟，我刚从他们那里逃出来，无意听到他们点名要杀你，这个消息你都不感兴趣吗？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好人也算明白了，之前笼络自己，后来又在聊天频道公然诋毁，原来是想杀了我。不过就算他们再厉害，面对开外挂的自己还有终极鱼人吉娜，算个啥？不感兴趣，明天天一亮你还是去宝藏岛的岸边吧，那里安全。周凌睿心头爬上一丝苦涩，底牌没用，脸上多了一丝哀求，于是便开口说道：好人大佬，求求你了，帮帮我行吗？我真的不想再一个人求生了，这个世界对我来说真的太过于危险了。好人皱眉，不是自己狠心，而是以后还要继续深入宝藏岛搜集更多的资源，带上他真的可以算是非常累赘了。带着你，你能干嘛？周凌睿听到这里神色猛地一呆，他说能干吗？果然跟汤玉成那伙人都是一路货色，都觊觎我的身子，男人都是大猪蹄子。不过好人大佬长得好帅啊，物资又足，有吃有喝，还有鱼人保镖，跟了他总比其他人好。最后周凌睿脸色羞红，害羞的合不拢腿，低着头不敢直视好人，羞答答的说了一句：能干的。一夜过去，好人早晨起来神清气爽，一旁的周凌睿则颤颤巍巍地站起身子，脸色苍白，有些直不起腰，
各位看官别想太多，他只是身娇体弱，被动了。而昨天谈话的结果就是，好人并没有答应周凌睿留下来的请求。昨日物资获取评估，昨日载具升级评估，物资获得生存点983，升级获得生存点90，生存点总共291加983加90等于1364。听到提示之后，好人惊喜之余，急忙打开游戏界面中的商城选项。现在的二级商城，消耗类商品一级红药水20生存点，可以先购买5瓶。帆船升级图纸1000生存点，这个是必须要购买的。购买成功，扣除1000点生存点，获得帆船升级图纸一份，目前生存点剩余264。好人心中默念升级木筏，仓库中的木筏也随之一闪，发生了一丝变化。顶级木筏，等级10级，面积15×20，升级需求木材剩余23，需要199，植物纤维剩余16，需要200，铁块剩余64，需要20，木筏之心剩余1，需要3。评价，解锁帆船升级权限的木筏，尽快收集其所需材料吧。其他物资都好说，不过这个木筏之心是个什么东西？升级条件中居然显示自己有一个，但是仓库中并没有任何一种类似的物资啊。好人皱眉不解，随即看到这个木筏之心后面有个点击展开的名词解释。木筏之心，每个玩家在游戏最初的载具都是木筏，而木筏之心就是木筏的核心所在。除了自己的木筏之心，想要得到更多的木筏之心，可以摧毁别人的木筏产生掉落。注解，即使木筏被摧毁，但是拥有木筏之心仍然可以收集材料将其升级到一级，但是一旦失去木筏之心，将无法通过使用图纸解锁木筏的升级权限。居然需要3个木筏之心才能将载具升级到下一个大的，想要升级只能去摧毁别人的木筏，或者是对方自愿交出来。不过如果不是特别信任，谁会傻傻的交出木筏之心呢？想到这里，好人瞥了一眼站在一边可怜兮兮的周凌睿，心中思量着，他那里肯定会有一个木筏之心的，要么杀了他爆出他的木筏，要么带上他让他心甘情愿的把木筏之心交给我。好人看向周凌睿的目光时而凶狠时而纠结，把周凌睿看得更是畏畏缩缩，不敢吱声。周凌睿，我看你可怜，这两天我可以允许你跟在我身边，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和饮食，但条件就是你要负责做一些杂事，例如洗衣做饭烧水等等，你同意吗？真的吗？太好了，不过就真的只有这一个要求吗？怎么了？你不同意吗？我同意，以后好人大佬你就瞧好吧，饭我来做，衣我来洗，内裤袜子什么的全部交给我。周凌睿笑眯眯的兴奋的向好人靠了过去，这年头能保命就行，其他的是扯淡，有大佬做靠山还矜持什么呢？好人大佬，要不然你还是吃了我吧，你既然收留了我，我不付出点什么总觉得不踏实呢。你放心，我不仅年轻，而且还是头一回呢，保质保量。你妈保质保量什么鬼，这个车是不是开得太快了？好人一脸无语，从仓库取出物资丢给周凌睿，以后叫我好人就行，赶紧做早饭去，别胡思乱想，哥是正经人。周凌睿激动地接过物资，两眼放光，一边走还一边小声地说，没错的，好人大佬是正经人，正经起来不是人。没有理会周凌睿，好人打开了聊天频道。昨天是哪个傻逼说鱼人数量很少的，我信了他的鬼话，单个人就绝对深入宝藏岛了，就我一个人活着逃回来了，大家千万要小心啊。我也是啊，两个人进去半个人出来，我胳膊被一个鲨鱼给咬掉了，怎么办？我现在躲在一个礁石洞里，外面有好几个鱼人到处找我。让你们不信好人大佬的话，人家警告过你们岛屿深处很危险，你们还不信？我信了，我昨天就在外围砍树来着，今天的生存点都有100多了，我刚好购买新手福利大宝箱。我也是的，我也买了新手大宝箱，开出好多吃的啊，现在吃喝不愁了。现在想想昨天误会好人大佬了，我率先向好人大佬道歉，不应该听信2B的谗言，请好人大佬原谅我的同时也接受我的感谢。同上感谢，多亏好人大佬的提醒。聊天的消息让好人明白，以后也坚决不会透露半点消息出去，完全是吃力不讨好。没错了，以我快人一步的商城和载具，我所能知道的消息也就更多，这种信息差绝对是一个大大的商机，能用极低的价格购买到以后会变得稀缺的物资，这种优势我可不能再失去。敢相信吗？全民穿越开启航海求生，我却拥有概率百分百系统。现在的交易市场铁块的数量还是非常多，而且需求小价格低，于是好人便在交易中挂上用食物和水源换取铁块的消息。备注，收购价格一单位铁块换取8毫升水或者16克的食物，量多优先，超过这个价格的私信不回，水和食物有限，交易完成停止收购。挂上交易吃完早饭后，好人一行人便来到了那个鱼人面前，此刻还在昏迷当中。低级昌边鱼人，能力身体灵活小巧，装洗弱点，智商低。还真是个人才，还会装洗。随后好人笑着用鱼人的语言冲着昌边鱼人说道，我需要知道这个岛屿上你们鱼人族的所有情报，希望你能老实的告诉我。你为什么会我们鱼人族的鱼啊？不过想要鱼人族的情报简直是妄想。嘴还挺硬，看来你是想要吃些苦头了。好好，
我跟阿加哥不是吓大的，有什么能耐你冲我来啊，我今天就是被你了，也不会出卖愚人一族。原来你叫咔嚓，真是好名字。随后好人转身冲吉娜说道，吉娜，这个愚人这么刚，你给我垫垫他，助助兴。遵命主人。吉娜面无表情地走上前，手中电弧弥漫，慢慢地放在了愚人的身上。你是终极愚人，你为什么会听人类的命令？可惜回答他的是吉娜挥出来的一道细小的电弧。一段时间经过愉快的交流，终是得到了想要的答案。主人，愚人的整体数量在10000名左右，其中各类低级愚人约有9000多人，中级愚人约有100名，有一名高级愚人是他们的首领。得到想要的情报后，解决掉这个愚人，三人便开始继续向内部出发。吉娜在前，好人在中，周林瑞在后，三人就按照这个队形往岛屿深处开始进发。主人，前方有激烈的争斗声，大约在100米左右。注意队形，我们慢慢走过去看看。4名人类，3男1女，1个愚人。此刻三个男人正围着一个愚人，而那个女人则待在后面，嘴里不停地指挥着。郭宝林，你那把刀那么长，快砍死他啊，他胸口那么大的空呢，你真是蠢死了。老张，你也跟上去啊，别站着发呆啊，真是没用。王勇，你小心点，别受伤了。一个是穿着保安制服，手里拿着一把宽背长刀的汉子，看上去约有30岁左右。一个穿着西装的成功人士，手里拿着一把短刀，动作畏畏缩缩，不敢上去攻击，大概也有30来岁。最后是一个手里拿着铁棍，身材精壮的小伙子，看起来约有18、9岁的年纪。低级玉罗鱼人，能力，遇到致命危险的时候会喷出剧毒用来逃跑。弱点，脑袋虽然被一个坚硬的外壳包裹，但是外壳之下的脑仁非常脆弱。好人看着这个鱼人的能力，皱起了眉头，大声呼喊道，几位，这个鱼人很危险，我看你们还是走吧，我来处理他。你想得到美，我们一会就能解决这个愚人，用得到你。那女人双手抱胸，不屑地说道。好人面带微笑，没有再说话。三人站在一边静静地看着，而愚人看到又来了三人，突然像是急了眼，口中一道墨绿色的液体喷射出来。顿时成功男士发出一声惨叫，墨绿色的液体喷在了他的手臂上，而一玉罗愚人似乎找到了空档，赶紧转身扑进迷雾之中。吉娜追上去，直接灭了那个愚人，然后把掉落的黑铁宝箱拿过来。遵命主人。吉娜全力游动，娇媚的眼眸忽然变得凌厉，也扑入迷雾之中。随后没多久，好人就看见吉娜抱着一个漆黑的铁箱子回来了。主人，愚人已经搞定。接过吉娜的宝箱，好人直接将其收进了仓库。太疼了，老婆，你快救救我。成功男士此时痛苦地抓着手臂，被腐蚀的伤口此时居然开始不停地向上蔓延。你们还等什么呢？现在他这个情况，只能砍掉胳膊，然后用一级红药水封住伤口才能保命了。对对对，我今天刚刚开启了2级伤城，里面有一级红药水可以治疗伤势。不行，砍了他胳膊，那不成了一个废人了吗？听见女人这话，此时成功男士断断续续地说出了声，快砍，现在不砍，等到毒液蔓延，必死无疑。砍吧砍吧，反正本来就是个废人。得到女人的许可，保安这才起身，准备拿着长刀动手。我生存点不够买一级红药水，之前购买一级强化药剂和长刀已经用光了。随后保安面带难色，无奈向好人开口，小哥，你看能不能跟你借瓶红药水，我可以用物资跟你交换。交换可以，一级红药水需要的生存点并不多，我也不做低起价了，20单位铁块，你同意就交易。好，好人小哥同意交易，我就已经很感谢了，我铁块正好有一些。这有什么好谢的，我们的愚人都被他给抢了去，交易我们一瓶红药水又怎么了？要我说，他最好把刚才掉落的宝箱还给我们才行。你这大妈不要太贪得无厌了，小丫头骗子，老娘什么人没见过，你这种不就是仗着自己有点姿色抱上了一个大腿吗？有什么可得意的。周林瑞气结，顿时噎得说不出话。这女人说的也没错，她确实是这么做的，尽管好人还没把她怎么样。我看你是找死。好人怒火有些按捺不住，怒斥一声，这女人是真能避避，不仅没有感恩，反而还想要走掉落的黑铁宝箱，真是想得美。好了，徐小姐，我们还是先处理你先生的伤势要紧。知道了，你们快砍吧。女人不耐烦地说道，言谈举止之间丝毫没有对丈夫的关心。不过经过保安的一顿操作之后，男人的伤势已经稳定了。你敢相信吗？全民穿越开启航海求生，我就拥有概率100%系统。真是太感谢小哥了，不知道小哥叫什么名字，方便加个好友吗？以后我也有还你人情的途径。加好友可以，不过还人情就不必了，我们也算是各取所需。还有，我叫好人。好人，原来你就是聊天频道的好人大佬。保安一副不敢相信眼前的少年就是聊天频道里名气很大的大佬。好人小哥，久仰大名，我叫郭宝林，年轻的小伙叫王勇，也是小区保安，受伤的叫张铁生，那个女人是他的妻子，叫徐小丽。张铁生夫妇一个弱不禁风，一个嚣张跋扈，跟他们同行，你这不是带着累赘找气受吗？他们夫妻虽然累赘，但是穿越之前，张铁生有恩于我，不仅帮我解决了工作问题，还安顿了我的家人。
这也是为什么愿意带着他们的原因。听到这里，好人点点头，这个郭宝林不仅老实憨厚，而且知恩图报，算是一个可以深交的人了。好人小哥，我知道你可能不需要，但是我还是想请求一下，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深入宝藏岛呢？大家互相帮助，也算有个照应。看着一脸期待的郭宝林，好人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以后我就喊你老郭吧，我刚刚想了下，和你们同行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我也有我的条件。小哥请直说。我的能力想必你们也看到了，我能控制一个非常厉害的鱼人，有我的加入，击杀鱼人算得上是很轻松的事情，甚至出现伤亡的可能性都会降低很多，不知道老郭你认不认可？小哥说的没错，有你的加入算得上是我们高攀了。既然如此，我也直接说我的条件了，那就是以后击杀鱼人，谁杀的鱼人宝箱就归谁。郭宝林听到好人的这个条件，脸色变得迟疑起来，陷入思考之中。我同意，我们这就去找大家说一下。只思考了一两分钟，郭宝林就点头表示同意，这点事情还是能想明白的。郭宝林走过去，低声和几人去说了下好人加入的事情。好人也走到周林瑞身边，跟他说了一下要和这几人结伴同行的事情。好人哥哥，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都听你的。什么？谁杀的归谁？组队了，那我们出力了，最后万一被他杀了也归他，我们啥都不剩。远处传来一声怨气十足的声音，好人冷笑一声，抱着胳膊静静地看着他们商量。徐小姐，这是我和好人小哥商量好的，我已经答应他了。你商量的，你能替我做主了？别忘了，你只是我们小区的一个保安，一个看门狗罢了。郭宝林眉头马上就皱了起来，而张铁生只是面露尴尬，什么话也不说。徐小姐，我是保安不错，可你要知道，我愿意与您和张先生同行是记着张先生的恩，您实在不同意，那我就带着王勇走，我们的队伍现在就散了。好啊，张铁生，我说的吧，以前你对这保安好的时候，我就说他不会成你的情，你看看这忘恩负义的东西。好了，小丽，别说了，你真要让我们俩死吗？现在我胳膊断了，郭老哥不带着我们，明天咱俩就完了，你脑子清醒一点好不好？这句话一说完，徐小丽不再说话，至此好人和郭宝林组队也就正式成立。于是众人便继续向岛屿深处再次出发。不一会，一个低级鱼人就出现在了众人眼前，但是他只思考了几秒钟，就哇呀呀的冲了上来。低级胖头鱼人，能力脑容量很大，能够精密的计算战斗方式，弱点性子有些直，就是干。看见鱼人冲了过来，郭宝林急忙拎起自己的长刀准备冲上去。吉娜，办了他！咔嚓一声，电光一瞬即逝。等到郭宝林等人反应过来，这个低级胖头鱼人已经变成了一个漆黑的箱子，安静的躺在那。郭宝林和王勇还有后面的夫妻二人面面相觑，刚刚还对好人有些不服的徐小丽，现在唯唯诺诺，大气都不敢喘了。一个鱼人就这样搞定了，我是得罪了什么人？老郭，这个鱼人是我杀的，宝箱我拿了。好人看着惊呆的郭宝林等人，淡淡的笑着说道，很满意他们的表情。小哥说的算，您拿就是。众人继续出发，整整一个白天，一共击杀了15个低级鱼人，好人获得了12个，郭宝林等人获得了3个。随后几人选了一个偏僻而又巨大的礁石缝里落脚，准备在这休息一晚。好人小哥，你的宝箱不开吗？我目前物资充足，暂时不开了，等多收集一些，开出白色道具的概率说不定高些。忙了一天了，好人小哥，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吧。好人点头答应，于是从仓库取出几只螃蟹和4斤猪肉，还有一点点食盐，交给周林瑞。周林瑞，把这些食物都烤出来，大家一起吃吧。好的呢，我这就去做。周林瑞开心地接过肉类食物，得意地拎着在众人面前甩了甩。好人的肉类物资又再次让几人震惊了一把，这可比他们的食物好吃多了。老郭，这边礁石交错林立，虽然比较隐蔽，但是我们还是轮流守个夜吧，避免一些危险。好，那就我们四个大男人轮流守夜吧。于是众人便各自找个空地纷纷休息。好人三人和他们有段距离，中间还有一块突出的礁石能挡住双方的视线。明天还要继续，今天你们早点休息。热了一天了，一身臭汗，得擦洗一下身子，要不然睡不着的呢。周林瑞嘴角含笑，脸色微红，再加上胸口的若隐若现，场面绝对爆表。好人张大了嘴，被周林瑞的举动给惊到了。好人哥哥，人家后面够不到呢，你帮帮人家好不好？这哪个能受得了啊，要不是礁石后面有人在，今天非把你那啥。随后好人忍不住无语，没有理会周林瑞，转身躺着闭眼睡觉，身后只有周林瑞得意的轻笑声传来。敢相信吗？全民穿越开启航海求生，我却拥有概率百分百系统。第二天太阳升起，周围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脚步声，顿时让众人醒来。好人小哥，这脚步声是鱼人还是人类？迷雾太浓，这些人不靠近分辨不出来。听这声音人数不少，不管是人类还是鱼人，没有确定之前我们先小心一点，对方人数太多。好人侧过头，用只有自己和吉娜还有周林瑞能听到的声音说道，等会跟紧我，敌人太多，逃跑第一。话音刚落，一个有着硕大鱼头突兀的出现在眼前，郭宝林等人面面相觑，有些不知所措。好人突然拉着周林瑞向外逃去，而吉娜也紧紧地跟在后面。
卧槽，好人小哥，等等我们啊！而不远处的十多个鱼人也是听到了声响，看到逃跑的众人后，一个个的全部冲了过来。好人没有回头，而是高声大喊：“老郭，鱼人太多，你们加油跑，我在前面等你们。”话音刚落，好人三人已经消失在迷雾里，赶紧换了个方向躲藏起来。等到老郭和众多鱼人追逐着跑了过去，好人三人才从隐蔽处走出来。没想到居然还有终极鱼人，看着刚刚从远处跑过去的模糊身影，好人忍不住后怕。果然只要比郭宝林他们快，自己三人就能逃离危险。再看郭宝林他们四人在前面逃，鱼人部队在后面追，好人三人则是远远的跟在鱼人部队后面观察情况。这该死的好人还说跟我们组队，一遇到危险人影都看不见了。小丽，别骂了，省点力气跑路吧。郭叔，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了？一直沉默寡言的网友此时也是终于说话。不要慌，全力先跑。就在四人疲于奔命的时候，身后的鱼人部队终于追了上来。老张，救我。身后的徐小丽发出一声惊恐之极的尖叫，张铁生焦急地伸出手想要拉住徐小丽，谁知徐小丽猛地一拽身前的张铁生，将他拽到身后，瞬间张铁生被众多鱼人埋没。你这个毒妇！郭宝林忍不住惊呼，只能冲着徐小丽怒斥一声。不过骂归骂，该跑还是得跑。就在郭宝林三人绝望透顶的时候，突然看到自己的私信亮了起来。跟紧我，我们向左边转着弯跑，好人小哥来帮我们了。好人掏出金铁弓箭，熟练地将一支箭矢搭在上面，对着其中一个瞄了起来。主人，需要我出手吗？不用，等我的命令。你的电击能力太过显眼，容易暴露位置，现在我先按你出手就行。随后一连四根箭矢很快划破迷雾，成功命中一个个鱼人。欧皇天赋触发，流血效果出现，顿时中招的鱼人发出惨叫声，瞬间将整个鱼人队伍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郭宝林三人也赶紧找个地方藏了起来。你们全部分散开来寻找，每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一定要把暗地里放箭的敌人给我找出来。伏在珊瑚下面的好人皱起了眉头，情况不容乐观。低级鱼人还有八个，中级鱼人一个，现在他们有了防备，这一下有些麻烦了。吉娜，你能同时搞定多少低级鱼人？主人，对付低级鱼人，我全力攻击的话，有信心同时解决四到六个，他们之间距离越近，我能杀的越多。等会你第一时间全力出手，多杀些低级鱼人，一击之后不要再管低级鱼人，直接去拖住那个中级鱼人。好的，主人。随即好人就发了个私信给老郭，让他等会喊上王勇全力击杀低级鱼人。吉娜，全力攻击。随后好人便跳了出来，冲着鱼人就是全力一击，十万伏特。忽然高声轻喝，将身体全部的电流释放出来。一击过后，此时的八个低级鱼人，只有两个鱼人还站在那里。吉娜，先去限制住那个中级鱼人。瞬间两鱼人交战在一起，吉娜电流闪烁，可却碰不到敌人，而敌人也有些畏惧电流，两个中级鱼人就这么僵持起来。随后好人拖长林王勇三人抽出长刀，冲着两个身受重伤的低级鱼人跑过去，轻松解决战斗。随后好人发动鱼人图鉴技能，终极海蛇鱼人能力，拥有非常灵活的快速位移，还会吐出具有强力粘稠效果的毒液。弱点，软体鱼人的一种，躯体非常脆弱，防御力很低。随后终极鱼人看到所有低级鱼人全部覆灭，终于暴露，一滩绿色的粘稠毒液快速从口中喷射出来，将吉娜整个人紧紧地粘住，无法动弹。主人，你快跑，不要管我。看见吉娜受伤，好人一声怒吼，快速将一根根箭矢射向海蛇鱼人，却被海蛇鱼人用位移技能全部躲开。他也不管好人等人，转头用石头不断地砸向吉娜。不行，我一定要救吉娜，这样下去他撑不了多久。好人直接掏出长刀就要冲出去砍他。好人大佬，现在出去根本打不过那个终极鱼人，你冷静一点。随后好人忽然灵光一闪，周凌瑞，你的生存点今天刷新了多少？现在一共有366点。快买一个新手福利宝箱给我。周凌瑞急忙在自己的商城中购买了一个新手福利宝箱。新手福利大宝箱，使用 80% 的几率开出十件物资， 19% 的几率开出道具白色， 0.9999 的几率开出道具蓝色， 0.0001 的几率开出道具紫色。此刻好人直接确认开启，检测到使用概率道具，触发欧皇天赋，修改概率为100%。八宝粥360克成时，评价又能当宝又能解渴，还要啥自行车。生命项链紫色，说明吊坠是一个生命宝石，有 2% 的概率复活喜王的佩戴者。耐久一，评价一个复活的机会，相信即使概率很低也是非常珍贵的。保温杯白色，说明容量800毫升，具有不错的保温效果。评价你今天倒进一杯热水，明年打开还能泡面呢，保温效果绝对刚刚的。这都是些什么玩意，虽然生命项链的能力复活佩戴者，欧皇天赋是对自身绝对有效，对他人却是无效，佩戴在吉娜身上还是 2% 的概率，不一定有用的，只能看最后一个道具了。护目镜蓝色，说明能够有效的保护眼睛，同时命中率提高 1%。 评价对我来说根本没有不可能命中的目标。看到这里好人突然面色狂喜，有救了。
敢相信吗？全民穿越开启航海求生，我却拥有概率百分百系统。好人直接将护目镜戴在眼睛上，快速射出一根箭矢，检测到使用概率道具，触发欧皇天赋，修改概率为 100%。 终极海蛇鱼人停下对吉娜的攻击，想要用技能闪身躲开，没想到箭矢却跟着他的移动命中目标。什么玩意，这不科学。牛批，这个技能厉害了，命中率变成 100%， 箭矢还能拐弯。好人乘胜追击，再次搭上一根箭矢，同样拐弯射中他，根本躲不开，保命要紧，跑路线。中了两箭的海蛇鱼人随即向迷雾中逃跑，不能让他逃了。好人闪身上前，同时再射出三根箭矢命中目标。不一会，一个青铜宝箱慢慢出现，没有先去管海蛇鱼人留下的宝箱，好人赶紧先跑到吉娜身旁，取出仓库中的一级红药水，不停地在吉娜的伤口上涂抹，直到吉娜身上的伤势稳定，这才抱起吉娜。周凌睿，你先去把地上的宝箱全部收给我，最重要的是掉落的青铜宝箱。随后众人原路返回寻找张铁生，果然走了两三分钟，就看到一具不成形的骨架。老郭怒火难以平息，一巴掌呼在了徐小丽的脸上。你这个毒妇，刚刚就是你把张先生拉去后面的，要不然他怎么可能会醒？徐小丽不敢相信老郭居然敢甩他一巴掌，刚想刁蛮发作，可随即一想丈夫都没了，再和老郭翻脸，以后谁还能保他？顿时便没有说话。好人没有理会他们，走到张铁生那里，旁边还有一个木头箱子。仓库中的木筏此刻变成了一个木块道具，上面注释木筏之心。原来作为玩家的人类喜王，仓库也就变成了一个木质宝箱掉了出来。好人直接将木筏之心收进自己的仓库，随后众人往外围退去调整休息，老郭和王勇跟在后面，最后只有徐小丽一人远远地掉在最后。老郭，这次一共13个鱼人，我给你3个黑铁宝箱，没意见吧？当然没意见，要不是你回来救我们，刚才我们就已经没了。这附近应该没什么鱼人了，我们各自找地方休息吧。随后老郭带着王勇继续去砍些树木，徐小丽则一直跟在两人后面不敢靠近。好人找到一个地方后，放下吉娜，让周凌睿用海水分离器制造淡水，顺便又用灶台做一顿饭。现在我身上一共有21个黑铁宝箱，一个青铜宝箱，还是老规矩，先开启黑铁宝箱。皮手套白色，评价有一定的防御力，但是这个天气戴上会非常闷热。鱼人胶囊白色，评价服用之后能够精通鱼人的语言。铅酸蓄电池12伏，白色乘2，评价这是一个电池，需要发电机给它充电。三棱军刺白色，评价破甲，攻击防御力高的敌人有奇效。维达抽纸三层乘130，共500包，评价湿水不易破哦。看着眼前的抽纸，好人嘴角扯了扯，至少以后可以不用树叶子了，那种感觉也太难受了。随后打开青铜宝箱，农田4米乘4米，蓝色，说明一块可以种植水果蔬菜的沃土，可以缩短植物的成长周期，一旦放置不可收回，评价要找个好地方放下农田哦，不然别人把你的菜都偷光了。可以种植的农田还能大大缩短植物成长周期，虽然有限制，不过等木筏升级成帆船之后，可以把农田放下来，刚好仓库里还有西红柿种子。随后好人又想起今天的生存点还没有查看，又打开游戏界面。昨日物资获取评估，昨日载具升级评估，物资获得生存点264，升级获得生存点302，生存点总共264加302等于566。好人在商城中补充了几瓶一级红药水，又购买了一瓶一级强化药剂。好人哥哥，饭已经做好了。随后两人将食物全部吃完，解决了饥饿感，现在要做的就是慢慢等待吉娜苏醒。这两天下来，周凌睿的表现还算不错，可以将他算作是一个真正的伙伴了。把它喝了，喝完我再和你解释。不会是好人大佬想干什么吧？这难道是春天的药？拿到手里才知道是强化药剂。周凌睿感激地看了一眼好人，药效很快。周凌睿和上次好人一样，只感觉浑身燥热难耐，不自觉地先去了身上的外衣，只剩一些贴身衣物勉强遮体。几分钟以后药效结束，顺利强化成功，神志清晰之后，周凌睿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好人，好像在期待什么。把衣服穿好，有话跟你说。好人冲着这个一直想玩心机的女孩翻了个白眼。随后经过一番交谈，周凌睿爽快地交出了木筏之心，打开仓库，好人选择立刻升级。升级中需要时间10小时。另外一边，简单补充了食物和淡水之后，老郭睡得很香。而在远处的礁石后面，正是跑远了的王勇和徐小丽两人正在热火的交流中。王勇，你以后能保护姐姐吗？姐姐一个人好怕。徐小丽紧紧地贴着王勇，才18、9岁的王勇哪里经历过这种场面，顿时被拿捏得稳稳的。放心吧徐姐，我什么都听你的，一定不让任何人欺负你。今天郭宝林可是打了我一巴掌，你可要帮我报仇。可是郭叔以前很照顾我的。王勇犹豫不决时，徐小丽假装推开抵挡，不让他有任何动作。姐姐别挡了，我帮你报仇。终是王勇按捺不住，低声下气地说着除去老郭的计划，一边愉快地交流着。第二天早上，吉娜已经伤势痊愈，木筏也升级完成，仓库里木筏的图案已经改变了，
普通帆船，等级11级，长宽15乘以6米，升级，木材剩余200，需要200，植物纤维剩余400，需要200，铁块剩余1294，需要40，木筏之心剩余0，需要1。评价，船舱虽然不大，但是至少能为你遮风挡雨。现在的帆船升级，每次都需要木筏之心，看来这个游戏的初衷不是让玩家组队，而是让玩家自相攻击。不过老郭的人品不错，是个可以结交的伙伴。正当好人打算去找郭宝林谈一谈的时候，突然远处传来了一声刺耳的尖叫，好人几人快速向声音源跑去，郭宝林居然躺在地上，胸口处有一个巨大的伤口，像是刺伤，身旁只有一个掉落出来的仓库宝箱。你敢相信吗？全民穿越开启航海求生，我却拥有概率百分百系统。怎么回事？老郭怎么洗了？看着郭宝林的尸体，好人既愤怒又不解，大声地质问徐小丽。他是被鱼人杀死的。徐小丽结巴着指着郭宝林的尸体，不敢抬头直视好人。他是被鱼人杀死的。好人重复着他的话，眼神满是狐疑。而王勇则立刻说道，是的大佬，我们刚刚看到一个鱼人就在这里徘徊，他看见我们就离开了，应该就是他杀死了郭叔。这么说鱼人来的时候你们不在，而鱼人看见你们就离开了。是啊，估计鱼人是看我们两个人有些怕了，就逃了也说不定呢。鱼人从来都是主动攻击的，除非打不过才会逃跑，况且郭宝林一个一级强化者会以这种睡姿洗亡。好人冷笑着盯着他们两人呵斥道，王勇，老郭对你应该不错吧，你就这么把他给杀了。我没杀郭叔。你们真当我是傻子？你们也太低估一级强化者了，我看你们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好人直接抽出长刀，吓得王勇直接大喊，不是我杀的郭叔，是他勾引我，让我带他接近郭叔，他动的手不关我的事。听到这里好人也不再犹豫，挥动长刀，随后两人就安静地躺在了地上。老郭一路走好，收起宝箱，现在已经有三个木筏之心，好人直接选择升级帆船。升级中需要时间20小时。关闭游戏界面，好人心中有了决定，既然实力已够，那就去看看所谓那个鱼人大统领的高级鱼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吧。随后三人继续深入宝藏岛，身影慢慢消失在迷雾之中。过了许久，寂静的树林处突然来了10多名人类，甚至还有一两名低级鱼人跟在身边，此人正是汤玉成一帮人。老大，找到了，这里有两具尸体。爸，看来是好人把他们给杀了。没想到周凌瑞那个小蹄子倒是找了个好靠山。白灵从一旁晃悠悠地走了过来，怨气十足地说道，老大，徐小丽不是说好人身上的食物和水源物资非常多吗？我们就这么放弃了？现在也急不来，抓紧时间把我的帆船升级，早点开启三级商城才是最重要的。铁块物资之前被这好人大量收购了，以后必须找他把铁块弄到手，现在我们得赶紧深入宝藏岛中心收集物资了。听到此处才明白，徐小丽害喜郭宝林之后便联系了汤玉成一伙人赶来，想要引好人一把，结果事与愿违，直接让汤玉成等人扑了一个空。一晃6天过去，一滩低洼的淤泥里，三个身影正凑在一起，正在盘点这几天的收获。其中有2件蓝色品质的东西让好人很是在意，坚韧的皮甲蓝色，说明具有一定强度的防御力，能够有效减少来自冷兵器的伤害。评价，用料非常少，穿上之后非常性感哦。这个皮甲可以给吉娜，有了皮甲防御装也能给吉娜提供一定的防御力，用料很少，穿上是肯定好看的，不过可惜了，只能看看了。雷达探测器蓝色，说明消耗电能，能够探测方圆100米之内所有活动的物体，并呈现在游戏地图中。评价，虽然范围不大，但是这仍然可以算是一个神器。消耗电能，有吉娜这个纯天然的发电机，我还有两个铅酸蓄电池，刚好配套，倒是非常省事。三人忙完接着出发，好人时不时的看着地图，一旦地图中有活动的迹象，都能通过雷达探测器显现在地图之中。一边前进，另一边好人打开聊天频道了解情况。高价收购木筏之心，另高价收铁块。楼上别搜了，现在谁不把木筏之心当个宝贝？我们队伍有4个人，不缺木筏之心，只缺铁块。之前听说有个叫好人的收购了大量的铁块，这人真是恶毒，提前知道了铁块以后会稀缺，早早的就收购了那么多，一点不给我们留。楼上说的真搞笑，人家收购铁块就恶毒了，你要是知道铁块以后会稀缺，难道你不收吗？加入别人的团队真的好吗？到时候交了木筏之心，别人再赶你走，你连一个载具都没有了。说的也是，与其加入别人的队伍，不如升级自己的载具，当然前提是要拥有足够的材料。好人看着世界聊天频道杂乱而又繁多的消息，开始分析，看来大部分玩家已经知道木筏之心的重要性，而且铁块市面上已经没有出售的了，只能从击杀鱼人掉落的黑铁宝箱上分解得来。打开区域频道，有人杀起过终极鱼人吗？收购终极鱼人情报。求生联盟持续收人中，目前成员1000左右，成功在岛上汇合的已经12名强力成员，并成功升级帆船到12级。穿越前知名企业家汤玉成在这里欢迎你的加入，本团队正前往宝藏岛中心寻找高级鱼人，欲入从速。另外悬赏寻找一名玩家名叫好人，
此人杀害我的好友徐小丽等人，手段极其残忍凶狠。如果遇到此人，请速加我好友，告知我他的位置，本人重金酬谢。好人大佬杀你们的好友，开什么玩笑？他怎么可能会随意杀人？胡说，你搞个截图都说是何人大佬干的，再说了，就算是何人大佬做的，那又怎么样？肯定他们惹了大佬。我也不信是好人大佬做的，好人大佬出来解释一下啊。看到区域聊天里大多都是和自己有关的话题，好人有点生气了。这个汤玉成还真是阴魂不散，现在更是在聊天频道里恶语相向，还发布了悬赏，真当自己是软柿子了。好人看着聊天频道里汤玉成的信息，眼中一丝杀意闪过，随后好人直接在区域聊天里回复，没错，这件事我不否认，对于残害队友的同伴，我绝不会手下留情。至于汤玉成先生的悬赏，我等着，希望我们能尽快遇到。真是他干的，我言不是什么好人。楼上的不要乱说，好人大佬不是说了吗，那些人出卖同伴是自找的，不知前因后果，不予评论。好啊好人，希望我们见面的时候你也能这么自信。随着汤玉成的信息回复，还收到了他的好友请求，好人随即直接拒绝，那就利用我在暗处的优势好好玩一下了，真是越来越无趣。敢相信吗？全民穿越开启航海求生，我却拥有概率百分百系统。跟汤玉成相互亲切的问候之后，好人关闭了聊天频道，随后忽然传来了系统的声音：各位玩家请注意，宝藏岛沉没倒计时4天16小时32分，大天灾海上风暴倒计时16天16小时32分。看来宝藏岛这个副本还有5天不到的时间就要沉没了。随后三人继续向岛内前进，走了一段时间以后，周林瑞突然手指着前方：好人哥哥，你看前面是水面吗？走近之后，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很大的海湖，面积相当于这个岛的1/3，看来我们要去湖中心看看了。打开仓库，此时的帆船已经成功升级完成。坚韧的帆船，等级14级，长宽20×10米，升级木材剩余983，需要400，植物纤维剩余864，需要400，铁块剩余952，需要200，木筏之心剩余0，需要1。评价：整体非常坚韧的帆船，可以抵御一般海洋生物的攻击，船舱的私密性很好，就算你在里面有大动作，外面也听不到哦。有些期待的选择了召唤，顿时一艘硕大的帆船凭空出现在眼前。好人率先跳上帆船，来到宽阔的甲板，周林瑞和吉娜也随之跟上。随后众人进入船舱，除了驾驶室之外，后面还有5个单独的房间。好人哥哥，这么多房间，看来我只能跟你住一个房间了呢。好人没有理会这个一直作妖的女孩，观察之后就与吉娜来到了甲板上，而周林瑞则是一直在几个房间里来回走动，根本没有出来的打算。吉娜，你在甲板上警戒，我先开个宝箱验收一下这几天的收获。好的主人。好人迫不及待地打开青铜宝箱。玉米种子100千克，说明经过处理的植物种子，评价优质的谷物类种子，即使土壤环境较差也能具有不错的产量。玉米种子倒是一个不错的东西，正好之前得到了一个蓝色品质的农田，等会直接在帆船上找块空地种起来。再看看另一件蓝色物品，好人很是惊喜，竟然跟当初召唤吉娜是一样的卡牌。被动技能水下呼吸蓝色，说明使用卡牌后使你拥有和鱼人一样能够在水下呼吸的能力，评价即使你不会游泳，下水也淹不洗了哦。温馨提示，每人只能获得一种被动技能，种类繁多，请谨慎选择。竟然是一个特殊的道具，水下呼吸这个技能倒是不错，先把这个被动技能卡收起来，搞不好后面还有更加厉害的，以后再说。好人走到甲板的一侧，取出仓库4米×4米的农田，找了一个10几个平方的小空地把它放下。是否确认放置农田？一旦放置将无法收回仓库。确认之后，顿时手中的农田模型突然掉落在甲板上，变成了4×4米的大小才停了下来。周林瑞过来，好人猛的一嗓子，随后周林瑞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你来把这些种子都给我种到田里。伦家以前可是都市白领呢，哪会种地啊，要不我当田你来种。好好表现，不会种晚饭可就没了。那我种还不行吗？真是一点也不懂得怜惜人家。随后一个身影便在农田里忙碌起来，一副不情愿的样子。一直到晚上吃完饭以后，好人开启自动驾驶向湖中心驶去，吉娜则是去甲板上去警戒。周林瑞见好人跑去船舱休息，也偷摸着跟了进去。你进来干什么？空房间那么多。伦家一个人害怕吗？你现在可是一级强化者，一个人能打趴下好几个普通人，你跟我说害怕？哎呀，我就是害怕嘛，黑灯瞎火的。周林瑞撒着娇：那行吧，随便你。好人也懒得搭理，开始闭目养神。沉默了一会，气氛则是有些微妙。好人哥哥，我跟你讲个笑话好不好？好人并没有理会他，而是继续闭目养神。你不吱声，那我就说了哈。从前有一男一女两个牧羊人去放羊，他们走到一棵树前，就爬到了树上休息，让羊儿自己在下面吃草。
可谁知道没过一会，树下的羊居然全都洗了，男的大惊失色，不知道怎么回事。结果女人说了一句话，男人这才明白前因后果。那好人哥哥，你知道女人说的什么话吗？周林瑞讲的眉飞色舞，在故事的最后还留下了悬念。听到这里，好人心中不免好奇，便有些不解地问道，那他说了什么？那女人说因为没草啊。周林瑞一边说一边还大有深意地看着好人。听到这里，好人哪还能不明白，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怒喝一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送你一句话，宝贝请转身，我要休息了。你敢相信吗？全民穿越开启航海求生，我却拥有概率百分百系统。主人，前方好像有建筑。随后好人来到甲板之上，循着吉娜指着的方向看去，一片片深灰色的建筑物正凸起在水面上，大概只有三四十个小屋。这里是鱼人的老巢，如果是的话，会不会有些太简陋了？而跟在后面的周林瑞朝着好人的腰间来了一巴掌，表示着自己的不满。这女人最近是有毛病了。好人没有理会，继续观察。地图界面突然跳出，雷达探测器显示出密密麻麻的红点出现在检测范围的边缘。这么多红点聚集在一起，一定是鱼人了。看见突然出现这么多活动的迹象，好人大吃一惊。仔细一看，原来水下才是建筑主体，鱼人都在下面居住。好人将帆船瞬间转向，然后直接掉头离开。看来这里是鱼人老巢，低级鱼人数不胜数，中级鱼人又那么强，何况还有一个未曾见过的高级鱼人在这里，先走为妙。鱼人城堡这么隐秘，如果能把汤玉成那伙人引到这里，然后趁着迷雾我独自躲藏，说不定汤玉成这些人直接就能和鱼人族正面打起来。想到这里，好人心里慢慢有了计划，打开聊天里的私聊，找到之前和汤玉成的对话框。汤先生你好，我是好人呀，有话想跟你聊聊。几分钟之后，看着汤玉成回过来的消息，好人露出了笑容。小伙子，怎么，我们还有什么好聊的吗？我现在只希望你能快些遇到我们，好让我为徐小丽这些朋友们报仇。汤先生说的还真是冠冕堂皇，你这从一开始组建联盟就是冲着别人身上的物资去的，还会在意朋友喜活吗？废话少说，你对我心知肚明，找我什么事？如果是求我饶你一命的话，我劝你还是省省吧，等我的大部队遇到你，有你的好看。汤先生别生气，我找你其实还是想化解我们之间的误会，一直以来我似乎也没有得罪过你吧，你这又何必对我苦苦相逼呢？最近我发现独自一人在这宝藏岛求生确实困难，如果我加入汤先生的联盟的话，不知道你能否同意呢？之前我让你加入，你可不是这个态度，现在想加入就加入吗？汤先生如果同意放弃对我的追杀，并且让我加入你的团队的话，我相信不仅是物资会有所提高，而且以我的能力对团队的战斗力提高也绝对很有帮助的。此时的好人把自己的态度放得很低，一直在等汤玉成主动上钩，而汤玉成半天都没有回复，似乎在仔细思考让好人加入能得到什么好处。你要加入的话也可以，先上缴一些物资表示诚意，然后再加我好友。随后好人便交易了100公斤大米过去，然后彼此加了好友，通过地图功能双方都能看到两人的位置了。没想到这老匹夫也在湖面上，离我居然只有小半天的路程。欢迎好人老弟加入我们的联盟，以后我们也不再是敌人，而是一个同舟共济的团队了。那当然，以后希望汤老哥能多多照顾。没问题，没想到好人小哥离我们这么近，那就见面好好亲热亲热，我也介绍一下其他人给你认识认识。汤玉成显然也查看了好人的位置，原本距离小半天的路程，在两人相对行驶之后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只剩下1000多米的距离了。吉娜，你去控制室，等会我们会靠近一些敌人，我让你掉头你就掉头走。而一旁的周林瑞不解地问，既然是敌人，那我们还走这个方向干嘛？要么走，要么跟他们打呗。这些敌人你还认识哦？就是汤玉成他们。原来是他们，等会能不能让我出手看戏他们？你省省吧，虽然你是一级强化者了，人家现在手下的人可不少，等会不要冲动，听我安排。随后好人取出金铁弓箭，地图显示汤玉成的位置离自己还有300米。好人老弟，我看到你了。船头站着几个人影，有一个人正在高声呼喊着，这热情的态度要不是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还真信了。果然还没出3秒，雷达探测器就显示从汤玉成帆船的方向有生物在偷偷的接近自己。既然汤先生你这么热情，我再送你一些东西好了。不用客气，好人老弟，都是自家人，我这刚得了一瓶特供茅台，等会我们好好喝一杯。而汤玉成身边其他两个人则是小声的嘀咕，爸，没想到好人这小子居然这么蠢，居然送上门来，等会别把他弄洗了，我要好好瞧瞧这个蠢货。好人可不能留给你，等会直接解决，这个人还是太过危险了。周林瑞这个傍大款的，我看你这次还往哪跑。看着地图中自己队伍里八个一级强化者已经越来越靠近好人的船，汤玉成嘴角忍不住浮现冷笑。汤先生，您的茅台我就不喝了，我先请你尝尝我的穿云箭吧。看着汤玉成一行人出现视野范围内，加上护目镜百分百的命中率，简直不要太美。吉娜，开始掉头。吩咐吉娜的同时，一根箭矢嗖的一声直接飞出，直奔汤小厮而去。穿云箭？什么穿云箭？汤玉成等人听到好人的呼喊，顿时一脸懵，不知道好人在说些什么。
可随后众人只看到一只乌黑的箭矢快速射来，直接对在了他儿子汤小司的脑门上。不可能。而好人这边帆船已经掉过了头，开始向鱼人城堡的方向行驶。干得漂亮，那个小胖子汤小司终于没了，上次他就对我图谋不轨。好人看着远处传来的怒吼，冷笑一声，接着又是两箭射出。快往船舱逃，别站在甲板上。而箭矢则是准确地命中旁边的一个男子和白灵的胸口处，两人瞬间无力地跌倒在地上。汤玉成等人也缓了过来，愤怒地走到甲板上。汤玉成声嘶力竭，快追，他的位置还在地图上，找东西遮挡，防止他放冷箭，我一定要让他给我儿子陪葬。全民穿越开启航海求生，我却拥有概率百分百系统。汤玉成凭借着好友位置一直在追逐着好人，儿子被杀已经冲昏了他的头脑，根本没有想好人为什么没有删除他的好友位置。好人小儿，我要你的命。看到汤玉成追了上来，好人随即给他又加了一把。你过来啊，小老头，好好想想你的胖儿子。汤玉成听到这话，顿时再次斗志激昂，就这么一直追着好人。一个多小时以后，差不多要到了。好人突然从仓库中取出一张卡牌。被动技能水下呼吸蓝色，说明使用卡牌后使你拥有和鱼人一样能够在水下呼吸的能力，评价即使你不会游泳下水也淹不死了哦。一道光芒融入好人的身体，忽然觉得自己对船下的湖水有一种亲切的感觉，随后删除了汤玉成等人的好友。你们跳湖，我准备收帆船了。吉娜在好人话音刚落的时候已经跳入了水中。大哥，我游泳很差的。废什么话，走你。好人一把薅住周凌睿，直接将他提了起来，一起跳舞。汤玉成那些人就要追来了，我们靠游泳肯定会被追上的呀。笨蛋，跟我潜水。好人懒得解释，直接拉着周凌睿的胳膊灵活地向水中前去。果然好人跟吉娜一样，都是可以在湖水里张开嘴呼吸的。周凌睿双手努力捂住自己的嘴，眼睛瞪得滚圆，很明显他的氧气快耗尽了。拉过周凌睿，把一口氧气就这么渡了过去。好人只感觉一条异常柔软的小蛇在嘴里来回游动，非常调皮。好人这个小崽子呢。汤玉成愤怒地大喊，好人删了他的好友，地图中已经没了他的身影。老大，他们刚刚就在这个方向消失的，我们接着追追看吧。给我追，老子一定要宰了他。汤玉成等人的方向正好是鱼人城，他们就这么直直的撞了。怎么回事？这个湖面上为什么会有建筑？老大，船没事，好人那小子肯定没逃远，这里建筑这么多，说不定他就躲在里面。突然水面上出现了几十个鱼人。卧槽，包括汤玉成在内，船上的众人都看清了水下的鱼人，整齐划一的叫骂了一声。哪来的鱼人？这他妈都有几十个了。老大，你说我们撞上的建筑物会不会是鱼人的老巢？汤玉成一个机灵，瞬间明白了过来。好人，你丫的八嘎。此刻的汤玉成哪里还不明白好人摆了他一网，心里再次向好人问好之后，汤玉成紧皱着眉头。兄弟们，今天跑是难了，先跟这些鱼人拼了，不把他们解决，今天我们谁都跑不了。听到这话，众人也不是傻子，一个个顿时抽出一把把武器，边打边撤，其他人做好准备。只见汤玉成手中出现一根两米多长的长矛，双方瞬间交战在一起，现场顿时传起阵阵乐，相接之声。好人哥哥，这是不是你早就计划好的？周凌睿三人浮出水面，远远看着这一幕，这不明摆着吗？借汤玉成的手探探鱼人城堡的底，顺便还能阴他们一把，一举两得。原来如此，怎么样？哥哥的谋略可比得那诸葛兄。你可真是个老阴货。甲板上汤玉成等人和鱼人倒是能够旗鼓相当，特别是手里的长矛在击中一个鱼人的时候，被刺中的鱼人瞬间死了。没想到这老头还有这般厉害的武器，这个长矛我先预定了，等会可以去捡个漏。战斗已经持续了十多分钟，只有两个低级鱼人活着投入湖中，返回了鱼人城堡。哈哈，好人，你看见没有，你设这个局有什么用，这些鱼人还不是被我杀死了。我倒是要谢谢，这么多黑铁宝箱我平时还弄不到这么多呢。算你厉害，能硬扛一波鱼人，不过你也走不了。就在好人准备动手的时候，一声低鸣忽然从水下传来，这声音仿佛能够穿透人的灵魂，瞬间众人痛苦不堪。这个阵势难不成是高级鱼人，鱼人一族的大统领出来了？慢慢的一个身影从鱼人城堡建筑内漂浮了出来，瞬间直直的站在水面上。就是你毒杀我的同族。站在甲板上的汤玉成看着这诡异的人影，冷汗直冒，努力的让自己露出一丝微笑。大哥，说中文好不好，我听不懂啊。鱼人大统领站在水面上一言不发，保持着沉默，脸色越来越阴沉。可汤玉成哪里能听得懂鱼人大统领说的是什么。那这样大哥，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汤玉成陪着笑，帆船向后快速退去，看着帆船渐行渐远，这个鱼人大统领的怒终于爆发，一声怒吼，老婆，瞬间一股劲风吹来，看到这阵势，汤玉成果断停下，随后强风形成的能量直接将整条帆船震成击除了汤玉成及时跳下去，其他的成员无一幸免。而跳下船的汤玉成险险地立了下去，
借着翻译波浪向外逃。向导，那是不可能的。鱼人大统领一声冷哼，快速跟上。好人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心里想着即使这汤玉成随着波浪跑了，估计鱼人统领花不了太多时间就能追上他并且消灭。我的个小龟龟，这比终极鱼人强太多了吧。吉娜，如果你对上这个高级鱼人有胜算吗？虽然觉得不太可能，但好人还是试探性地问一下吉娜。五五开吧。五五开，你有五成把握能打过？好人有些喜出望外。五成被打喜，五成能跑掉。全民穿越开启航海求生，我却拥有概率百分百系统。自从把多出来的鱼人胶囊给周灵瑞吃了，吉娜现在也被周灵瑞带得有些调皮了。这下好人只能摇摇头，低声一叹，不行就只能绕开鱼人城堡，准备离开宝藏岛了。过几天这岛应该也要沉没了。好人正打算去收拾湖里面那些箱子时，忽然瞧见水面上一道人影凭空出现，正在翻找着一个个箱子，速度还很快。我去，这人怎么来的？之前他隐身了，居然虎口夺食，偷偷的游到这个女人的身后，并慢慢的浮出水面。可以啊，竟然来捡我的漏。听到声音，女人飞快迅速的转过身，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指着好人。好漂亮的女人，肤白貌美大长腿。女人此刻正冰冷的看着好人，一言不发，似乎在等待好人先说话。那是枪，好人他有枪。周林瑞看清了女人手中黑乎乎的物品后，忍不住惊呼。看见了，好人脸色谨慎地说道，大家都是人类，刚见面需要这么剑拔弩张吗？女人冷冷地看了好人一眼，把弓箭放下来。你拿着把破手枪就这么转？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不信你可以试试。女人抬高手枪，柳眉微竖。好人哥哥小心啊，十米之外枪最狠，十米之内枪又快又狠。不要误会，我们没有恶意，你继续，我们离开还不行吗？好人挤出一丝微笑表示服软。就在女人略微放松的时候，突然浑身开始颤抖，僵硬的无法动弹。呵呵，看你还怎么转。此时女人面色恐惧异常，身体出现了这种情况，她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好人大大方方的游到她面前，拿来吧你，夺过她手中的手枪。好了吉娜，暂时不要电她了。好人话音刚落，吉娜慢慢浮出水面。哎呀，好人哥哥，原来你让吉娜电她了呀，我说她怎么突然抽筋了呢？别动，再动小心这小宝贝会走火哦。随后好人看了一下枪的属性，果然又是一个紫色物品。五四手枪紫色，说明热武器，射程50米，子弹8发，已剩4发，评价子弹用完，这玩意连一个板砖都不如。吉娜，把它绑起来。周林瑞，你去打扫战场。等到周林瑞收拾完，几人快速远离城堡。说说吧，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能隐身？好人的问题女人并没有回答，一直在保持着沉默。无奈之下，好人便先去检查收获。竟然全是物资，木筏之心也没有看到。不过这个是什么？帆船之心，帆船载具的核心所在，帆船摧毁后掉落的物品，比木筏之心高一级的升级材料，是帆船升级到下个大等级的必备材料。好人笑眯眯地扔进仓库，很是开心。好人哥哥，他什么都不肯说，我们怎么办？让他走。突然出现了一个漂亮女人，这让周林瑞有了一丝紧迫感，话里话外都有要赶他走的意思。那是当然，我又不是杀人魔，自然是放他走。好人淡淡一笑，但随后眼神有些怪异。不过嘛，他必须把仓库里的东西全交出来，并且扒光衣服。好人现在可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这话也是说给这个女人听的，意思就是逼迫她开口。你敢？听到扒衣服，女人本就清冷的神色又平添三分温怒。吉娜，给我扒。瓮中之鳖还这么嚣张。吉娜虽然现在有点皮，可动起手来却丝毫不含糊，上来就准备撕她的衣领。不要这样，别动手。我说你要知道什么我都说。早这样不就完了吗？好了吉娜，等等先。好人当然不是变态，只是在逼他开口而已。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能隐身？女人眼神挣扎了一会，随即说道，我叫王若曦，能隐身是因为得到了一个被动技能卡牌，墨鱼变色，能够把身体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几乎无法分辨出来，但只能在水里有用，离开水就不行了。好人听到这里便明白了过来，要是这个被动技能给我，那就完美了，水下呼吸配合水下隐身简直无敌。可惜每个人都只能拥有一个被动技能，你是一个人混还是有团队？我之前是一个散打教练，加上我现在的能力，所以我一直都是一个人。随后好人又咨询了一些其他的问题。行了吧，我的已经说完了，现在我想问你，你刚才是怎么无声无息地接近我的？周围我一直观察的，水面可是什么动静都没有，难不成你们是一直潜水过来的？为什么要告诉你？我看你是没搞懂局势，现在可是你被捆着呢。你们不说我也猜到了，估计就是有什么潜水的道具，类似氧气瓶一类能长时间待在水里的道具吧。你猜的倒是接近了，我们是可以在水下呼吸，不过不是氧气瓶，而是跟你一样水下呼吸被动技能。既然他猜到了，好人也没打算隐瞒。你能水下呼吸？王若曦听到这里表情瞬间惊愕，随后有些惊喜地看着好人。好人是吗？我有一个大秘密，如果合作的话会有一个大好处等着你。
全民穿越开启航海求生，我却拥有概率百分百系统。好人露出一丝狐疑，说来听听是什么秘密呢？我得到了一个情报，愚人巢穴中藏有一个宝藏，那才是宝藏岛上真正的宝藏。愚人岛真正的宝藏是什么意思？当然是啊，本来我准备利用水下隐身的被动悄悄潜入的，但是愚人城堡太大，我没法在水下呼吸。如果你能跟我合作，你的呼吸能力和我的隐身能力结合，那我们绝对能轻松的潜入愚人城堡。倒是很有诱惑力，不过我凭什么相信你？信不信由你，现在高级愚人还没回来是最好的时机，等一会他回来了，机会就渺茫了。我告诉你这条信息，也是希望成功得到宝藏之后你能放了我，并且归还我的武器。你如果答应，我们就合作，宝藏可比我仓库里的物资好多了吧？那行，我同意合作，得到的宝藏全部归我，你的手枪到时候还还给你，不过你的被动技能怎么和我结合使用？你握住我的手，我就能让你跟我一起隐身了。好人闻言大大方方地抓住王若曦的手，触感柔润冰凉，让一旁的周凌睿直翻白眼。你水下呼吸要怎么渡氧气给我？那你就不用管了。吉娜，你隐蔽地去找找汤玉成，看看他在哪里，带回他掉落的宝箱，路上别被愚人统领发现就行。那周凌睿你在水面上警戒，一旦愚人统领回来了，你私信我，我和王若曦也能及时撤退。好吧。周凌睿有些不情愿地哭丧着脸。那就这样，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下去。只是刚下水没多久，好人发现自己的私信发来一条信息。好人哥哥，我不在旁边，你得少渡点氧气给他。没有理会周凌睿，水下两人一直往深处游去。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地方有点不一样，进去看看。一块陆地被一个透明保护罩盖住，有一个小山洞，进去之后才发现里面竟然没有水，可以进行呼吸。没想到这里竟然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先进去看看，我们时间不多。随后两人来到陆地，进到房间里面，随着视线看过去，游戏界面自己跳出来一个提示，恭喜玩家发现终极宝藏岛终极宝藏。好人，宝藏都归你，希望你出去之后能够遵守诺言放我离开。放心，我说话算数，等会还要我们合力才能离开这个城堡呢。你赶紧把这个石箱收进仓库，我们赶紧离开吧。好人点头答应，但现在生怕愚人统领回来，于是走到巨大的石箱前，准备连箱子一起带走，双手按在上面，口中默念收回。物品过于庞大，无法收回。突如其来的提示音让好人有些惊愕，这个石箱居然收不进仓库。怎么了？王若曦看着迟迟没有行动的好人不解道，物品太大收不走，只能在这打开了。那快点啊，不能再等了。就在好人两人即将动手的时候，好人的私信突然疯狂地弹出信息。好人快逃，愚人统领回去了，这愚人统领速度太快了，他快要进入城堡了。这是外面的周凌睿发来的消息。好人心中一紧，暗调不好，王若曦赶紧开盖子，他回来了。两人急忙推动石盖，合力之下竟然纹丝不动，这个盖子也太离谱了吧。快走吧，宝藏不要了，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走，下次再说。好人当下也是果断，宝藏再珍贵也不如自己的小命珍贵。随后两人直接手牵手向上方游去。就在好人两人游了一半的时候，好人的雷达显示一道身影正从前方快速而来。先退回去，前面愚人统领回来了。好人拽着王若曦只能快速后退，重新回到这块大陆藏了起来。后退的空档，好人也用愚人图鉴查看了愚人统领的信息。高级鲸鱼人，变异鲸鱼体鱼人，擅长本体身体可以随意转变大小，自身天赋进化能够操控风元素，强化之后的飓风防守一体。弱点，变成本体之后力量会增加，但是庞大的身躯也许是他唯一的弱点。随后两人等待高级鱼人进去房间，正准备向上游去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怒吼：人类，你们找死，竟然敢闯我的地盘。完蛋完意，他是怎么发现的？快走。随后两人手拉手隐身向上游去，高级鱼人随后也跟了出来，虽然看不见，但靠感知快速分开的水流依旧跟在两人身后。一段时间以后，风波动，两人同时分开显显的阻力，但是好人的隐身效果却没有了。更糟糕的是，王若曦的位置在地图中逐渐远离自己。好人急忙发出一条私信：你的妹妹，我还没隐身呢。抱歉，快到水面了，我先走了，你自求多福。高级愚人统领此时看到突然出现的好人，于是把所有的爱全部给了好人。找你太难去了。这次一条几十米长的鲸鱼出现，一口扑向正在挣扎着向上逃离的好人。卧槽，这么大，这回玩完了。这是好人最后的意识，击杀了好人。愚人统领冲着周围的愚人说道，还有一个人类在水中隐匿的身形，全都跟我去找。此时愚人城堡很远的地方，周凌睿眼中雾气蒙蒙，看着地图中好人的位置消失，两行清泪忍不住滴落，满脸的不敢置信。这怎么可能，好人哥哥竟然没了。全民穿越开启航海求生，我却拥有概率百分百系统。盛怒之下的愚人统领让所有愚人倾巢出动，全力去寻找王若曦。而在湖底猛检测到玩家喜王生命项链生效中，即将复活玩家，概率 2%。检测到使用概率道具，触发欧皇天赋，修改概率为 100%， 复活成功，玩家即将满状态复活。随后一具男人的身体慢慢被凝聚出来。我这是复活了，
不可思议的好人第一时间摸向自己身体的某处。我滴个乖乖，还好一个不少。原来是周林瑞的新手狐狸宝箱开出来的生命项链，成功复活了自己。环顾四周，好人发现此刻愚人城堡里空无一人，而且山洞也被炸开了，一众宝藏散落一地，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啊。不过这大统领真是个狠人呐、啊，脾气上来连自己的地方也不放了，宝藏繁多来不及细看，全部收进仓库，那是撒腿就跑。周林瑞，你和吉娜会合了没有？好人哥哥，你没事呀？怎么，你很希望我有事吗？怎么可能，之前我看你位置消失，还以为你太奶找你聊天去了呢。吉娜已经回来了，而且还带回来了汤玉成洗后掉落的箱子。现在愚人巢穴附近很危险，你让吉娜带着你赶紧往外围先逃跑，被愚人碰上可就麻烦了。那你怎么办？你不用担心我，我能在水下呼吸，有的是方法逃走，出了这湖我就追上你们。好，那你一定要小心。随后三人便开始行动到岸边集合，好人一边避开愚人搜查，一边开始查看刚刚得到的宝藏。珊瑚精紫色，说明由大量珊瑚提炼出来的珊瑚精，愚人在身上涂抹之后有进阶的可能。 100% 的概率将低级愚人进阶成中级愚人， 1% 的概率将中级愚人进阶成高级愚人。评价：愚人一族增强实力的圣物，只此一份。这个可以，不知道加上我的欧皇天赋能不能成功的让吉娜晋升为高级愚人。被动技能控水蓝色，说明使用卡牌后能够控制两升的水。评价：控制这点水也许可以给自己洗个澡。优能火炮橙色，说明消耗优能可以使火炮进行攻击，优能转换成强大的火元素炮击，命中生命体有 10% 的概率使其燃烧，每秒消耗敌人1/10的生命值，持续3秒，并且命中生命体时有 1% 的概率触发能源回收，返回本次攻击造成的优能消耗。优能能量10次攻击。评价：男人就该拥有一门给力的大炮。未安装在载具上，后坐力太强无法使用。 100% 生命体燃烧，100%能源回收，无限火炮，谁与争锋？前面有人类，兄弟们不要给我留面子，一起下。糟糕，被发现了，在水中我的速度可比不了他们。而此时周林瑞和吉娜正处于湖泊的边缘，一直都在等待好人。随着好人位置逐渐靠近，周林瑞的消息也私信了过来。好人哥哥，你逃出来了对吧？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的。那是肯定的，你也不看看我是谁。不过你们现在得赶紧向我的位置赶来，有一帮愚人非得让我留下来吃饭。什么意思呀？吃什么饭？别聊了，快来，我被愚人追，再晚我就是那饭了。啊，好的，我们马上来，你可不能再吓我了。随后等三人会合以后，好人直接上船。我还以为你洗了呢。好了，我没事，不过现在我要好好招待他们了。明穿越开启航海求生，我就拥有概率100%系统。好人直接取出优能火炮，走到船头准备安装。开始安装。正在安装，剩余时间5分钟。我呛你几个哇，还需要安装时间？这说明书也不绝呀。船下传来几声木响，已经有鱼人正在撞击船底。箭来，多支箭矢一齐射出，直接命中多个鱼人，强大的出血效果让这些鱼人几个呼吸就洗亡了。不要硬攻，乖乖去找大统领前来。于是所有鱼人便一直围在船帆旁边不再进攻，而好人则是紧皱着眉头，想悄悄地走看来是不可能了，只能战斗一场了。好人心中焦急，看着安装的倒计时，又将船帆扬起快速撤走。可是2分钟以后，水面上一阵破空声响起，一道人影正站在水面上踏水而来，正是愚人大统领。不愧是够控制风元素的高级愚人，速度快得吓人，可惜还有1分钟才能安装完毕。愚人大统领靠近帆船，看着站在船头的好人，脸上涌现出不可思议之色。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大统领先生你好啊。神色傲慢地打着招呼，看起来好不嚣张，其实心里慌得一批。只希望死而复活的他能唬住愚人统领。明明已经被我消灭了，居然还能站在这里，真的小看你了。统领先生，你也看到了，你拿我没有办法。我建议各退一步，免得伤了和气。没有什么是一个大招解决不了的，如果不行，那就再来一次。正在说话的愚人统领忽然看见了架在船头的优能火炮，脸色暴怒。你还敢偷我的火炮？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嘛，既然你知道这是你的火炮，想必你也知道它的威力吧。不想被我轰洗，就赶紧回去吧。愚人统领冷笑一声，他对火炮也非常了解，觉得自己速度灵活，这门火炮打中他可并不容易。是吗？我的武器我会不知道，虽然这个火炮威力很大，但你也要打得中我才行。就在众愚人高声附和的时候，好人却露出一丝冷笑，直接戴上100%命中率的护目镜。可能你还不知道，我射的炮弹可是会拐弯的哦。随着愚人统领的跳跃，火炮喷射出的火球随之转弯。托尼玛！愚人统领神色惊慌，大叫一声，火球轰在了愚人统领身上。检测到使用概率道具，欧皇天赋触发，修改概率为 100%， 燃烧效果触发，每秒强制扣取1/10的生命值，持续3秒，能源回收触发，本次攻击的消耗返还。火焰瞬间在愚人统领身上燃烧起来，愚人统领一头扎入水中，可是火焰并没有在水中消失。趁你病要你命，
我让你也尝尝死亡的滋味，再射中你三次，你必死无疑。周围的低级鱼人看见族群中的最强者连一个技能也没放，就被被打成这样，一个个目瞪口呆，惊得说不出话来。而鱼人统领身上的火焰直到三秒之后才逐渐熄灭。我要宰了你，作为鱼人一族大统领，今天即便是战喜，我也要让你看看我们鱼人族并不是任由你们宰杀的羔羊。听到这番话，水中刚才惊呆的众多鱼人此刻一个个神情激昂地看着鱼人统领。大统领，你快逃吧。大统领，人类实在是太邪恶了，我们斗不过他们的。大统领，咱不生猴子了，你快走，我们拦住这个人类。鱼人统领这次居然没有躲闪，反而平静地说道，人类，就让你见识一下鱼人一族真正的力量吧。话音刚落，整个躯体迅速变成了一条50多米长的巨大鲸鱼。看到快变成本体的鱼人大统领，好人又是三炮发出，火球再次准确命中，巨大的鲸鱼被火焰燃烧，技能还没有来得及释放就散开了。随后一个银灿灿的宝箱出现在巨大的鲸鱼尸体之上。明明穿越开启航海求生，我却拥有概率百分百系统。就在好人三人马不停蹄地向宝藏岛外围赶去的时候，其他地方全部出现了一个相同的情况。文哥，你说这鱼人都去哪了？两天了一个没见到，烦的一批。再走走看来实在没有我们再走，反正宝藏岛还有三天才成的，急个什么急？是呀，真不知道你急个什么急。就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就在这几人很不耐烦的时候，眼前出现的景象让几人肝胆欲裂。我掉文哥爸比 Q 了。小文怎么办？我哪个晓得怎么办哦。四人看着众多鱼人僵持了三秒之后，二话不说掉头就跑。小文等等，姐姐，你不是一直喜欢姐姐吗？救救我，那次逃出去姐姐都答应做你女朋友噻。等下次，下次一定等你。最后几人中只有文哥一人服用过一级强化药剂，凭借过人的身体素质成功逃脱。三日后，好人和二女正在一块空地上休息，系统则提示宝藏岛沉没倒计时3小时14分钟，大天灾海上风暴倒计时12天3小时14分钟。而好人正在盘点这几天的收获，在汤玉城那边不仅得到了近2吨的食物和100升的淡水，还有就是还有20个木筏之星刚好用来升级，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合金震荡长矛。合金震荡长矛紫色，说明由坚固的合金打造，具有高强度的韧性，矛头非常锋利，消耗电能，开动底部的开关时会让矛头不停的伸缩，对所攻击的物体造成巨大的震击伤害，有 5% 的概率触发暴击效果，直接把击中的目标震成碎片。评价，矛头不断伸缩。另外我有一个女性朋友想问问，伸缩的快不快？空间宝石诚实，说明每个宝石可以拓展仓库的一个物品栏。评价，打怪就能出仓库拓展道具，不用花钱充值的感觉怎么样？主动技能风波动紫色，说明控制风元素的技能，可以凝聚风元素进行防御和攻击。鱼人统领高级鲸鱼人的招牌技能，要求服用过二级强化药剂才能使用。评价，面对疾风吧。竟然还有使用要求，可惜现在帆船等级不够，三级商城里估计才有二级强化药剂，这个主动技能现在没有办法使用了。另一边得到控水技能的周林瑞，身前有一股手臂粗细的水流在他身边不断游动。好人哥哥，你快看，我还能控制水流飞起来呢。会飞有什么用？就你控制的这点水连洗个澡都不够。其实还有个珊瑚精的道具是准备给吉娜使用的，不过涂抹全身使用的时候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所以只能等离开宝藏岛才能使用了。好了，休息的差不多了，宝藏岛还有2小时就要沉没了，我们快点离开。鱼人一族还在暴动，而且宝藏岛沉没时整个海水可能会引起巨大的漩涡，还是到海面上安全点。宝藏岛沉没开始，10 9 8 3 2 1。随着游戏的提示在脑海中响起，眼前巨大的宝藏岛缓缓下沉。此时世界聊天框，话说各位，这次在宝藏岛的收获如何？得到多少宝箱啊？我们团队终极鱼人猎杀了3个，低级鱼人40多个。三个终极鱼人也好意思说，我在我们区域可是杀了6个终极鱼人，低级鱼人我都懒得数。终极鱼人算什么？你们击杀了鱼人统领了吗？我们这个区域的宝藏岛有一个300人的团队成功击杀了鱼人统领。我们也杀了鱼人统领，是一个高级龙虾人，智商不高，白银宝箱的东西可真是棒啊。我们运气好，开出了紫色防具。紫色防具，羡慕啊。有没有去过鱼人城堡？里面还有一个宝藏，你们拿了没？我们可是去过了，收获满满啊。还有宝藏，我们撒完鱼人统领直接就离开了，没进去。你为什么不早说？果然每个区域的宝藏岛上鱼人统领种类不一样，能力也不一样，但是掉落的白银宝箱都是一样的，至于开出什么得看运气。区域频道内，好险，还好最后我逃得快，下了海才完全躲开了鱼人的追杀。我也是，宝藏岛开始下沉，那些鱼人才停止追杀我们，刚刚我们还差点被漩涡给吸下去。别提了，都怪那个杀死鱼人统领的混蛋，要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狼狈。你们说到底是不是好人杀死鱼人统领的？肯定是的，鱼人统领一死，鱼人都跟疯了一样，我都被追了好几天了，可累死我了。不一定吧，
可别错怪好人打捞了。好人，你活着的话就出来解释一下，不然我画个圈圈咒咒你。好人大概的看了一眼聊天频道，有些无奈，区域里的这些人都在怀疑自己。大家好，我是个好人，对于各位怀疑是我击杀鱼人统领，引起鱼人暴动，导致大量无辜的玩家葬身鱼人手中的说法，我想说的是无凭无据的，凭什么说是我干的？还有王法，还有法律吗？小心我告你们诽谤。我就说不是好人打了别的吧，你们误会他了。我呸，我信了你的邪。好人打了，对不住，差点误会你了。不过这种事好人自然是不会承认的，毕竟谁也经不住这些人天天骂。全民穿越开启航海求生，我却拥有概率百分百系统，帆船上三人同时收到系统的提示。310184号区域的玩家你们好，由于你们所在的区域玩家大幅度减少，仅剩1000多人，所以游戏将本区域与其他人数较少的玩家合并，逐渐补充至10000人，对您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周林瑞，现在合区了，对于陌生人你要时刻保持警惕。好的呢，玩家知道了。随即帆船以6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在海上航行，准备去寻找自己的第一个小伙伴。随后好人却突然大喊，吉娜准备战斗，海底有东西。不一会，一个巨大的头颅浮出水面，直立立地出现在船头。果然海洋生物已经开始变异了，这么大一条巨型鱿鱼得吃好几天吧。主人，对付这种软体生物我最拿手，要不我直接电洗它。等一下，海底情况不太明了，不行的话我用幽能火炮试试先。然而还没有等巨型鱿鱼有所动作，一声咆哮从这个生物口中传来，随后被一个黑影拖入了海底。这是又来了个什么东西？随后三人惊讶地看着海底，风平浪静之后，一条体型至少有50米长的巨型鲨鱼跃出海面。这是什么这么大？有只大白鲨，这是好胖。听到好人的声音之后，这只鲨鱼傻愣愣的在水中摇头晃脑，快速的游到了帆船旁边。真的是你啊，好胖，你是怎么变这么大的？好人亲热的拍打着好胖硕大的脑袋，然后跳到他的身上，在海中玩耍起来。甲板上，周林瑞和吉娜目瞪口呆的看着在好胖身上玩耍的好人，一脸的惊愕。这是鲨鱼啊，大哥，还是变异了的巨型鲨鱼，50米啊，你就这么站在他背上，还摸他的牙齿，主人真是让人捉摸不透呢。一人一鲨在海面上围绕着帆船游了近10多分钟，这才停下。好了，好胖，靠近帆船吧。好人上船以后和周林瑞、吉娜解释了一下，这才让二女知晓好胖的存在。吓我一跳，是好人哥哥的宠物就行。之前系统提示所有海洋生物开始变异，它变这么大，应该也是受这个影响。转身看向好胖，好人很是高兴。随着体型的变大，攻击能力也变得更强，而且游动的速度在海水里约有每小时80公里。之后好胖突然吐出了一块闪烁着微光的石头，掉落在帆船上。这个是什么东东？看着这拳头大小的石头，面露一色。随后系统出现提示，幽能晶石，说明变异的海洋生物脑中有可能出产的晶石拥有非常强大的能源，海洋生物吞噬幽能晶石会变得越来越强，也可以用于其他道具的消耗能源。评价，变异生物生产的新能源能效高且绝对环保。这个晶石居然含有幽能。好人捏了捏手中的幽能晶石，露出一丝微笑，看着海里的好胖，你倒是还算忠诚，有了好处自己不要，还惦记着我。不过好人现在的幽能火炮能够触发回能效果，暂时不缺幽能，这次你先吃了吧，下次再说。好胖张开巨口，也不矫情，一口咽下。您的宠物忠诚度加10，目前53。将幽能晶石给好胖之后，好人心里便已经有了计划。幽能在这个世界作为橙色武器消耗的能源，以后肯定是一种稀缺的资源，价值肯定会很高。既然已经知道了幽能的产源，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猎杀变异的海洋生物了。经过刚才巨型鱿鱼的情况，好人已经了解到以目前14级帆船的坚韧程度，大部分海底的这些变异生物应该都无可奈何，有这种优势不好好利用实在是太可惜了。家人们，接下来我们猎杀变异的海洋生物会有很多惊喜哦。随着好人的一声呼喊，三人一船还有一条巨大的鲨鱼浩浩荡荡的出发了。